请教一下哈，台北市都发局的副局长有没有来？我跟他问哈，听说要来。好好，跟他问一下哈。这个首都呢，他们有时候观点很重要，但是都是都市人的观点。花市长啊。感谢啊，啊，哦，你给他炸掉了，嗯。老多哎。您也是跑来拜他嘛，这次说嘛。看他是，可以开始了。好，现在我们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请宣读。本日报告事项，邀请内政部部长叶俊荣、财政部政务次长、科技部次长、经济部次长、教育部次长，针对全台地价税飙涨情形与新政府后续因应之道进行专题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仅进行询答，审查本院委员黄昭顺等16人。委员李俊毅等26人，本院亲民党党团委员江永昌等18人，委员许淑华等16人，分别拟具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在报告前啊，哈，我是来先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首先介绍我们内政部花敬群政务处长，还有我们地政司王倩秀司长，啊，这名也是倩啊，啊，倩，俊啊，还好不离谱了哈。
营建署我们的许文龙署长，还有营建署都市更新组王武聪署长，我们财政部我们施建荣政务处长，还有我们户税署李庆华署长，还有我们国有财产署编组室副市长，再来我们科技部我们的陈德兴处长，还有产学及园区业务司黄义珍副市长啊，再来我们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徐茂新副局长，经济部工业局萧正荣副局长，还有我们工业局林怡文科长，加工出口区管理处我们的杨伯根副处长，我们的李兆先科长，我们国营事业委员会邱万金代理处长，还有我们的林立华管理师，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德伟副处长，再来我们教育部我们秘书处周以顺处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我们的简讯会简任视察，再来司法院民事厅我们的周勤祥调办室法官，还有我们行政诉讼及惩戒厅郑凯文调办室法官，再来我们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林俊文专门委员，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我们的罗天健副处长，还有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我们的刘彦玲专门委员，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我们的江明宇记政，没有来，先把那个要来了，站高一点哈。我们法务部林宏文参事，还有交通部交通事业管理小组邱胜礼专门委员，台湾铁路管理局柳正春副工程师，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沈光清基隆分公司处长，还有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李婉慈副组长，再来我们首先来进行提案说明，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我们请黄昭士委员说明，没有在的是吧？好，再来我们请李委员尽力提案说明，您不来这里，哈。啊，不说明哈，好，我们请亲民党党团提案说明。啊，不在今天了哈，我们请江委员永昌提案说明。我们请徐委员司法提案说明。那再来，我们请内政部发处长报告。还等一下哈，一个一个来，还有。你要提案说明吧。我懂那个，我就要个程序问题啊。好，安尼啊。我等一下把程序问题。好，你讲。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从上应该是上上个礼拜开始，那个蔡英文总统就不断的讲说，都更很重要，能够创造我们内需市场大概有4000亿的一些什么产值。我大概从那个头条新闻看了很多。但是今天主席你今天提的题目多么的重要，包括说地价税跟房屋税的双涨，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议会也都反映的非常多啊，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为什么我们的内政部长可以不来，我觉得这个影响层面非常的大，内政部长怎么可以不来？报告黄委员，他有跟我请假。不是，主席，因为你今天排这个题目，我看到你改变那个题目，我都觉得非常的棒。那请假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影响的层面那么的大，
然后我们的部长这个最高主管机关可以不来，那我们在这里审，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而且我们 也很多的县市议会都一直要求说房屋税跟地价税必须要重新检讨，必须要重新评估。那内政部长前几天说不行，那不行总要讲个理由来，而且那个影响的层面这么的大，它绝对不是只有收这个税的问题，还影响到说你地价税跟房屋税它重新估了以后，有很多的中西中低收入户都要从这个中低收入户当中被减列，你影响层面有多大，你知道吗？所以我想这样子一个，我是不是具体跟主席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还是请部长要来？啊，以上谢谢。哎，那我们休息十分钟，哈哈。是你准假的？是我准假的，他有异议啊，哈，协调一下，我来协调一下啊。依照主席的决定嘛，那委员可以参考，但是不用休息嘛。可以看，等一下那个部长看等一下可不可以来。来协调一下啦，哈，好，好，休息十分钟。
那个黄委员，刚刚你提的那个程序问题啊，啊，请内政部尽量联络好不好？好，请部长在答询的时候能尽量赶来。那我们的会议再继续进行。啊，那个刚刚，张永昌委员的提案说明要不要说明？不要说明哈。好。要。唔是唔是，我转念过啊哈。安尼哈，第一个，我们请黄昭树委员提案说明；第二个，请江委员永昌提案说明；再来，请内政部发处长报告，财政部司处长报告，还有科技部陈处长报告。那经济部跟教育部其他的机关有没有要补充说明？没有的话。那我们现在请黄昭顺委员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同仁好，本席针对就是我们整个都更法，也就是在102年的4月，当时在司法官大法官会议的709号的解释函里面讲到，说整个条例的10条的第一项、第二项。19条的3项是违宪的，而且要求我们必须要在1年内检讨修正，否则就失效。所以本席针对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有关事业概要的同意比例的门槛过低，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组织审议、资讯的公开以及通知的送达，计划核定前必须要公开方式举办听证会，以及核定计划的内容分别必须要送达到更新单位内做相关权益人的事项，加强整个资讯的公开跟民众的参与，以能够降低都市更新的实施争议，维护民众的权益。那本席所提的大概有几条，第一个就是新增条文的第4条之1跟第4条之2，这里面就是加强资讯公开跟民众的参与，增订资讯公开及通知送达的方式，以维护民众的权益。第二个是我们来修正条文第10条跟第16条，我想第10条跟第16条里面正是增加事业概要的代表性，也就是说修订提高其应取得同意的门槛，并增订事业概要主管机关用合议制以及公开的方式来审议它的范围，以及主管机关审定的时候，有关人民或者团体代表必须能够参与开会陈述意见的规定。第三个就修订第19条，这第19条的内容是维护相关权益人的权益，明定实施者举办公听会的通知方式，以及公听会之后的核报期限。那再来就是新增条文第19条之1，就增加主管机关核定都市更新事业计划以前应该举办，是应该举办听证，让利害相关人得以参加到场，以言辞或者意见的陈述辩论后，而且必须要记录听证的记录，说明采纳或者不采纳的理由，以及作为核定。再来是第5项，是修订条文的第19条之2，也就是说19条之1听证规定有关都市更新事业计划的变更，得以采纳简化作业程序条文配合文字的修正。我想这几项是我们过去在都更过程当中面临许多的困难，而且面临许多的争议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解决以往在整个都更的状况下，作为未来都更当中能够更顺利。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符合大法官会议的解释，我们不希望我们整个的都更是违宪的。那希望各位同仁能够支持。以上，谢谢。我们谢谢黄委员昭顺的提案说明，现在请江委员永昌提案说明。
主席与各位，都市更新是都市从老旧颓败重生的重要关键。依照都市更新条例的精神，都市更新是在促进都市土地有计划的再开发利用，以达到复苏这个都市的机能，改善居住环境，增进公共的利益。102年大法官作成释字第709号解释，宣告都更条例部分条文违宪。而今年2006台南震灾造成重大的伤亡，引发各界对防灾型都市更新之关切。因此，社会除了关注原本都市更新的制度设计的争议问题之外，也关注了都市更新与防灾的问题。因此，本席针对都市更新条例提出修正草案，大意说明如下：要强化都更条例的立法目的，引进都市再生的精神。现行的都市更新陷入拆除重建的迷失，但都市土地产权细分复杂，建筑物原本的容积高于法定容积，财务负担能力不一，以及居民的意见不容易整合。为能够达到建筑物生命周期拆除耗费资源不符永续环保等，对都市更新整体发展而言，实不应一昧偏重实行建物重建，而应该加强提倡都市更新整建及维护之方式，使都更单元不想参与重建的居民，除了要求划出更新单元外，可以与开发者商议采重建与整建或维护并行的更新计划，达到改善居住环境之目标，以利都市更新推动。因此，若建筑物耐震能力不足，或海砂屋、辐射屋、重度土壤异化潜势地区之建筑物存在公共安全上之疑虑者，宜纳入优先划定为都市更新地区，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来强化居住安全。所以，为了强化都更事业核定后的监督，以及减少都更案件的纠纷，明定地方主管机关应定期检查，并授权地方得因定制宜规定检查项目及方式，以减少都市更新案的纠纷。以上是本席的提案说明，也敬请大家支持，谢谢。好，我们谢谢江委员永昌的提案说明。那我们现在请内政部花处长的报告。那花处长，你报告的时候也顺便把黄委员跟江委员的提案说明也表达一下。好，请花处长报告。好，主席，各位委员先生、女士，大家早。那我就先针对地价税的部分的那个议题的先报告，那接着我再报告都更条例相关的议题。好，那今天诚邀向大院各委员报告全台地价税飙涨情形，还有新政府后续因应之道。那内政部督导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在民国105年公告地价调整的情形。那基本上呢，平均地权呢是我国土地政策长期以来形式上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透过苛征土地税的方式来达成地利共享的目标，让不动产的增值能够以相当程度的归失然后当然过去各界对于地价税的偏低增值归失、持有税偏低那甚至无法抑制不动产市场的炒作等等的意见，也提出了应该合理调整公告地价等建议。那105年是否每3年重新规定地价的办理期间，那内政部延续了民国99年行政院曾经核定的健全房屋市场方案里头有关土地税负合理化、健全不动产市场合理调整税价的原则，然后督导直辖市、县市政府何时来查估，然后评定土地税的税基，包括公告地价跟公告限值，以达成地利共享的目标。
那以下针对105年公告地价的调整情形来做说明哈。第一个部分是针对调整依据，依据平均地权条例的规定，公告地价为地价税的税基，也是直辖市县市政府依照平均地权条例、地价查估估计规则等相关规定来办理地价调查估计还有评议。直辖市县市政府每3年会重新规定地价，它的程序是，第一个是先分区调查最近1年的土地买卖价格或收益价格，第二个步骤是依据调查结果来划分所谓的地价区段，然后估计那个区段的区段地价之后，来提交地价评议委员会来进行价格的评议。第二点是各直辖市县市政府依照前述的规定，也在民国104年的9月1号，好，把它定为估价基准日，收集了103年9月2号到104年9月1号的实价登录的买卖租金交易的价格，然后估计它的区段地价，然后也在去年104年的10月到11月之间举办过公开的说明会，说明地价调查划分的区段划分，还有地价估计作业的情况。以及最近1年1期的地价动态，然后接受当地民众意见，来做成报告，然后把这些分析资料还有民众意见一并提送各县市政府的地价评议委员会来作为评议的参考。接着，各直辖市县市政府也就把在去年的11月到12月把这些资料提报给他们自己的地价评议委员会来进行审议。那地评会的审议呢，基本上也是按照内政部在民国88年曾经有一个公告地价评议原则的一个函释，那由直辖市县市政府评议委员会参考当年的土地现值表、前次公告地价、地方财政需要、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民众地价税负担能力等等的因素来办理评定。以适度反映市场交易价格的变动，评议完成以后，就在今年105年的1月1号来公告实施。对于这一次公告地价的调整情况，第一点是由于近年来房地的交易价格大幅上涨，这个指的是民国102年之后，那又因为实价登录制度的上路，累积了非常多的实际交易的价格，所以是这个交易价格的资讯相当透明，所以各县市的价格波动情况，其实民众掌握的状况也非常的明确。所以说，在这个各县市政府在评议的结果之下，除了澎湖县之外，各其余县市的公告地价全部都呈现上扬的一个结果。在民国105年全国各县市合计起来的公告地价调幅，平均较102年调涨了30.54%。除了澎湖是刚刚讲调降之外，调幅超过30%以上的，一共有8个县市，包含了6都、宜兰县跟花莲县。那其中以宜兰县的调幅相对较大，那调幅在20%到30%之间的有4个县市。10%到20%的有7个县市，低于10%的有2个县市。另外，如果按照调整结果和市价的比较，则全国公告地价占一般正常交易价格的平均比例，是20.5%，这是105年。那相较于102年的20.19%，基本上它的比例是相近的，当然，各县市里头，以连江县占市价的比例最高，占了33.74%，金门相对比较低。那各县市相对于公告现值公告地价相对于市价的比例，基本上是有宜兰跟苗栗两个县市较102年是上升的，那有11个县市保持持平的状况，9个县市下降。那综合以上民国105年公告地价，它是由直辖市县市政府依照既有的法律规定来查估，也提报当各县市的地价评议委员会做最后的评定，而且评定之前也都有召开公听会来听取大众的意见，最后在今年的1月1号公告实施。整个过程各县市政府都是依法办理，
合属有据。那本部对于直辖市县市政府调整的结果均予以尊重。第三个部分是针对调整的影响来说明。第一个是地价税的影响。这一次虽然全国平均的公告地价调幅到 30%， 但是对于一般自用住宅用地所有权人的影响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持有面积比较大以及非自用住宅土地所有权人的影响相对会比较高一些。从财政部提供各地方税捐稽征机关的资料来看，105年公告地价调整之后，全国地价税查定税额若是自用住宅用地的，平均每户的税额105年是1846元，较104年大概增加了404元，非自用住宅用地的平均税额是18362元，较104年增加了4528元。那也基于部分民众反映税额增加缴纳困难，所以目前各直辖市县市政府除了同意民众补申办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到在11月底之前都可以补申办。那部分县市也自行订定了延期或分期缴纳的办法，以作为因应。另外，在第二个问题有关于公有土地租金或设定地上权权利金的这些影响部分，由于不少公产管理机关是以公告地价来作为土地租金或设定地上权权利金计算的基础，所以在公告地价调整之后，确实也导致了租金和权利金明显上升的状况。那基于合理调整的这个政策，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还有经济部等相关公产管理单位也都陆续的就其政策的需要检讨的财产出租权地上权权利金收取的一个标准和制度，来减轻因为公告地价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内政部也会持续与相关部会研议用公告地价为租金作为基础的，未来如何因应公告地价的调整来进行协商。另外，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后续第四部分是关于后续检讨。各直辖市县政府但已经依法在105年完成了公告地价调整还有它的公告作业。那内政部也将持续督导地方政府来办理后续的地价查估，还有检讨相关的地价查估和税制的一个作为，里头包含了第一点，内政部已经研修《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有关公告地价调整的频率，现在是3年，那我们现阶段内部研议的是能够缩短为2年，以及时反映市价的变动，避免累积调幅过大，以落实税负公平。第二点，市场交易的实价资料已经广为各界查询运用，有关地价查估以及税率以及税基等整体税制如何配套，本内政部将与财政部进行共同的研议。第三点，对于大面积土地地价税大增的争议，多源自于整体开发，包含的主要是势力重化。那内政部也将督促各直辖市县市政府，事后在勘选整体开发地区时，应该更为审慎。当然，另外针对媒体报道有关宜兰或台中部分个案或特殊案例的一个状况，内政部也说明如下。有关宜兰县农业用地的公告地价的问题，经查是属于部分农业用地范围内的土地的地价区段划分错误所致，所以需要办理地价的更正这样一个工作，它不是进行全面的重估。那当然，更正的作业会依据内政部订定的办理更正公告地价、公告土地限值作业注意事项，那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这个更正的作业。另外，有关台南市有一个个案是104年的地价税是16万，到105年却增加到133万的一个状况。那经过台中市政府的查明，该民众所持有的土地有6笔，其中2笔是自用住宅用地，这2笔的税额其实在104年是2429，
这一次调整之后是3661，也就是它的自用住宅的用地的税额增加了1240块。那另外主要其实是3笔是102年重划完成的土地，所以它的地价税的增加主要就是来自于这三笔，因为重划完成，然后有过去优惠税率又转换成无优惠税率的情况之下，那导致它的税负增加。那关于地价税的这个部分的报告，说明到这边。那我接着再继续说明有关都市更新条例的一个修正草案的报告。都市更新条例其实是民国87年公布实施，历来经过8次的修订。那在民国99年开始，内政部也开始积极的检讨，进行第9次的修订。另外，在101年的12月7号，由拟具修正条文送大院来审议，但因为届期不连续的原则，所以本届就没有再继续审议。同时，为了符合司法院释字第709号解释有关宪法所要求是正当行政程序，以及因应老旧公寓急需更新的需求，所以本部正在重新研拟都更条例的全版修订那课政正在进行内部规划的一个过程。那对于这一次委员提的5个版本的部分，我们回应如下。第一个部分是黄昭顺委员的版本，那主要是针对司法院释字709号宣告违宪的条文，建议增订4条之1，明定实施者应提供咨询服务和资讯揭露，第4条之2重要事项之通知送达。那基于内政部在103年4月25号修正发布的施行之都市更新条例施行细则第2条之1、11条之2，其实已经对于这个部分有做一个因应，所以这部分建议可以免予修订。那其余条文有之修正，对于排除违宪、落实正当程序的部分，这个部分跟我们那部里面正在研修的条文方向基本上是相符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李俊毅委员提到的修正条文19条，建议要成立都市更新争议调解委员会来处理争议审议的事项。那因为其实现阶段在都更条例已经要求各主管机关成立都市更新争议处理委员争议处理审议会，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其实是功能是相符的，所以说建议这个条文可以免予修订。另外有关第36条建议增订强制拆迁应取得所有权人同意书，但为了考虑实际执行会有一定的难度，因为他不同意，那不同意参与，当然他同意书就比较不容易签给实施者，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条文能够继续再研究一下，提出比较合理务实可行的方案。第三个版本是有关亲民党党团提出的修正条文第6条、第7条还有44条，建议针对老旧建物耐震不足给予一定耐震系数以下的地区优先划为更新地区，以及给予适当的容积奖励。那这个部分跟本部现阶段研修的条文内容方向是一致的，这部分我们后续在行政院版也会把它纳入。那至于第55条、56条，对于重大争议案件，由中央政府介入协调。那目前的现行条文61条之1已经有类似的规范，所以这个部分建议免予订定。第四个版本是江永昌委员提出的修正条文，着重提升公共安全、都市防灾以及强化地方政府监督机制等等，这些条文原则上跟本部现在修订的条文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也会把它纳入未来行政院版的内容。
第五个版本是许淑华委员等提出来，他其中是建议全面检讨都市更新的制度，然后修正条文是全版修正，很多的方向是跟本部现在正在研究的方向相同。那另外关于政府代为强制拆迁，民间自行划定更新单元，权力变换分配及估价，还有都市更新的法律性质等，有一些部分的内容跟在上一届委员会讨论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那也建议哈、这些部分我们再继续的研商哦，让它的条文能够更务实可行。好，以上也在针对都市更新条例的修正草案进行报告。好，谢谢大家。现在我们请财政部我们司处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今天承蒙邀至贵委员会列席报告，个人表示荣幸。那么，仅就前台地价税飙涨情形与新政府后续因应之道，提出专案报告。那部分的报告内容，因为刚才内政部花市长部分呢是重叠的，所以我就简要的做一个报告。第一个呢是关于105年度调整公告地价影响情形。那么公告地价的调整说明就请各位委员参阅。那刚才花市长已经详细说明过程那最主要是公告地价调整对自用住宅的影响那么这一部分依据我们的这个统计资料，大概105年度全国公告地价的调整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者呢，平均每户呢地价税较104年度增加大概404块那适用户呢占全国总课税户呢大概50%那么非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者呢，平均每户地价税较104年度呢增加了4528块这个是这个影响。那至于有一部分的纳税人因为地价税大幅的增加的原因大概包含几个面向。第一个呢是因为从化土地减半课征期满，那么恢复全额课征。那还有呢，农业用地呢变更使用方式，以及持有多数大笔土地面积的土地，导致呢是用较高的累进税率来课征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一部分呢，跟这个所谓的公告地价的调升基本上比较没有关系这是对地价税的影响。那么面对105年度因为公告地价调整之后财政这边呢这个因应措施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呢这个纳税人如果没有在地价税开征前40天申请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者呢，可以在今年11月30号之前补提申请。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在今年的10月8号已经通函各县市政府就比照办理。那第二个措施呢，是各地方政府得因地制宜订定纳税人105年度地价税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相关规定。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在10月8号的函请各地方政府呢本之前者呢去做这个所谓的分期或延期缴纳的这个规定。那目前我们所了解，包含高雄新北、台北，还有新竹、基隆市等等这些都会地区的市政府呢，大部分都是已经采取了这个所谓分期或延期缴纳的措施另外这边再补充说明一下的，除了自用住宅用地可以在这个适用的条件申请可以延到这个所谓11月30号之前补提申请以外，那么在符合土地税法第18条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千分支持税率课征的这个优惠税率课征的这个相关的用地基本上我们在今天呢，因为高雄市政府有函文说，是不是可以比照这个自用住宅用地的这个延长申请的期限到11月30号，那么今天部长已经核准，那我们会通函全国各县市政府就比照自用住宅这个延期申请的这个模式到10月30号之前都可以补提申请那么未来针对这个是这个因应措施，再来是未来推动的方向，我们大概有两个面向。第一个呢是检讨地价税的税制，那么这一部分呢，在许部长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财政委员会里面已经提到，就是我们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呢会检讨
这个地价税制哈，这个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来检讨。再来是配合相关部会推动修法的事宜啊，那因为地价税呢会跟内政部的公告地价是有关的哈，所以未来我们会跟内政部啊对这个公告地价的这个地价的查估会密切来啊检讨。那除此之外呢，对都市更新所产生的这个所谓地价税、房屋税的问题啊，我们会跟啊内政部啊密切来配合，可以对房屋税跟地价税的这个优惠的期限呢、啊，减半课征的期限以延长。那对于这个所谓啊，因为啊这个观光业啊这个旅馆业呢，因为它公告地价调升所产生的这个税负的增加的部分，我们也会啊跟交通部研议修正观光发展条例，那么让这个所谓的授权地方政府得以减免这个观光啊这个旅馆业的这个所谓地价税跟房屋税。以上简要报告，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各部会的报告请委员参考各部会的书面报告。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10+2，好，1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8分钟。截止登记的时间10:30。那我们现在请第一位，登记发言姚文智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今天想先请花次长，然后待会儿请这个财政部苏次长。好，我们先请花次长。委员好。这花次长你好哈。那个，今天我们讨论的议案当然有两个，一个是地价税的问题，一个是都更条例了哈。那我想借这个机会啊，在也几乎是不厌其烦的啦哈，几乎是不厌其烦的啊。我希望说，未来这个都更条例的修正啊，那不是仅止于去处理说大法官违宪的部分啊。也不是仅止于去处理这个现在一些程序上的问题啊，那更重要的啊，更重要是真的带动整个都市跟经济发展的动能了，啊，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忽略了这个，我们现在在修的这个都更条例啊，事实上没有办法去呼应社会的期待啊，因为。上礼拜小英总统开过会之后，大家有看到我们媒体的朋友有的有报道，那有80%以上的哈，过去从事都更的这个建筑业者或者相关产业啊，大家的这个气氛呢都是看坏，啊，都不是太乐观了啊，所以我在想，我们新政府啊，要积极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期待，那这个期待，啊，刚刚黄昭顺委员所提啊。说4000亿啊，那黄委员应该是对了，好，但是小英政府讲的哈是讲社会住宅的产值4000亿，不是都更，没有，不了，我跟你讲个清楚了，对，4000亿有这个数字了哈，但是4000亿，次长应该知道啊，4000亿是在讲我们要新办社会住宅啊，它所累积的产值大概有4000亿。但是都更的产值哈，我已经几次在各个大院，在我们委员会都讲过了哈。好，大台北地区不管什么算法哈，大概是20兆到30兆。那如果是全国的话，我相信至少也有40-50兆啊。那这么大的产值，其实我们只要推动啊，我们只要能够建立一个机制啊，真的下定决心，大魄力、大改革去做。啊，能够诱发这样的一个动能的话，啊，我相信这真的是，这是新政府可以掌握的了啊，这个也不会涉及 TPP 哦，啊，一下川普说不要了啊，这也不会去涉及这个你说创新研发啊，你国建国造，你要是这个几年发展不出来啊，那我们做不到，啊，那所以我觉得特别花这个时间，真的不厌其烦再提醒，所以我也想建议啊，这个因为。这个本席的两个法案，啊，其实也差不多完成了，啊，那
内政部也有重新啊，整个这个做杜更条例重新的修法，这两部都还没有进到委员会了哈、啊。那我不反对开始讨论，但是这个我们希望这个修法哈、啊，真正要着眼于、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动能哈、啊，它都市改造也好，经济发展也好，或者是实现这个我们宜居的环境或者居住正义来讲，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哈、啊。这个我先提醒啊。好，第二个我想回到这个地价税啊，地价税，我想次长哦，特别在这里提醒啊。虽然我们看了这个内政部还有各单位的报告啊，那我发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虽然这个自用住宅它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涨了30%几啊，但是因为它过去的税率非常低。啊，它这个坦白讲，所增加的赋税啊，其实是有限的、啊、哈。你们的统计是每一户是404块，非住用住宅是4500多块，对不对？对。看起来确实是不高。那有些是特例，刚刚市长也解释了啊。但是我要提醒啊，如果你从历年来公告地价的涨幅去看，啊，涨幅去看，这我觉得内政部啊。这个东西一定要检讨、啊、在从2004年开始，我这里当然有二十年的资料了哈。2004年全国是涨9.68%，2007年是9.98%，2010年是4.24%，2013年是8.66%。除了2004年以前那一波，那时候 SARS 房地产啊，非常的这个衰落以外啊。后面这几年房地产最好的时候啊，尤其2010年，只有4.24%，好，结果你在这两年整个房市不景气啊，当然跟我们很多政策啊都有关啊，不景气，在这个同时啊，结果在内政部，我这次当然是陈威仁部长的时候，2015年开了一个会，然后把这几年统统累加起来，所以这个比例是感受的问题啊。好，过去最好的时候啊，最好的时候都不会超过10%涨幅，三年涨幅不超过10%，对不对？但是现在不好的时候，你却涨了30%，全国是30.54%，对不对？台北市是33.26%。大家知道、哦，在2004年房市，这台北市那时候 SARS 刚过，我们地价税是减了0.多%。地价是不涨还有减、啊、所以我是特别，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觉得说好像新政府加税、啊、其实当然这个政策当然是旧的时代延续，而且是地方政府的税收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去考量到它的落差，因为常年没有增加一次那么多，那这次增加这么多，那又落在这个房地不景气的时候、啊、它的感受就出现了。好，那自用住宅当然感受不大，啊，但是呢，这个其他的他的感受啊，我觉得内政部啊，未来如果是平均地权条例要调整，啊，甚至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那个实价登录之后相关的资讯可以逐步啊，我知道次长也有未来也有这样的一个计划，那这些计划你在调的时候其实要细腻啦。好，要细腻，要去注意现在整个这个我们的景气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啊，然后如果每年要调的话啊，那你去注意啊，去反映这个时代的需要，我觉得这样去逐步去调整啊，逐步去调整，让这个持有税它也有相当的啊相当的这个负担，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但是就是说要更细腻啊，要更细腻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哦、我想请这个我们苏次长也上来好吗？两位一起了，好不好？委员好。啊，次长好哈。那两位，这第二个问题，我顺便再提一下。那我们因应刚刚讲的这个调整，我们有些措施嘛，我看各部会虽然各部会都有提报告啊，我们教育部说学产地要等说大家开会来这个可以减缓或减免。好，我们经济部的加工出口区可以缓缴一年，还可以分三期，对不对？好，二二六零零二二六六还有别的方案。我们科技部这个
租金，科学园区也有租金优惠方案，对不对？财政部也提了未来这个都更要都更的这个税率要减半，或者是观光旅馆业，对不对？这些都有啊。但是啊，苏市长，台银啊，台银的土地啊，因为我看啊，这些都是针对企业界的，针对企业界啊，你们企业界有的大企业，你们租金就给他减免啊，有的说甚至只要多出来的地价税就好了，对不对？好像是是不是加工区还是科学园区哈？哇劲，但是哈，台北市哈，台北市，咱有这个老社区拢租台银的土地，台银的土地啊，哈，在双连一带哈，台银的土地，台银土地当然未来它有很大的都更的利益啊，对啊，但是呢，他们呢，他们的身份上，他不是大企业，所以你也没给他折扣，他不是这个中低收入户，所以你也不给他折扣。那那些啊，因为这一波的涨幅30%哈，他们的涨幅非常的大了啊。我希望这个次长，为什么请你上来？你跟台银，啊，其实我跟台银协调了已经半年了，啊，到现在还是没有一个结果啊。我希望这个次长啊能够协助去处理一下。另外最后啊，我们刚刚提到增加了这些税负了。像台北市，大家看起来都还好，但台北市这些次长台北过来的哈，是台北市因为地价税、房屋税现在增加多少税收？你知不？我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你虽然离开了哈，对，那去年是增加，比如说房屋税大概增加将近快100亿的，多少？去年的房屋税增加蛮多的，快将近多少？大概多少？快将近100亿。房屋税将近100亿啊！对，哇，那你地价税增加2.4%啦，土地增值税增加81.68%啦，啊，那其他的排到的各种，哎，每一项比例都超收了，台北市啊，招委羡不羡慕？啊，总共啊，104年呢，啊，就是2015年，这边超收117亿啦，刚好是嘉义市政府的预算。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这超收的哈，其实可以认他为姐妹市，我们协助他。哎，你讲话，主席在这边好不好？啊，稍微也要分公平一点。苗栗分一半好了。好，这我的意思是说哈，我的意思哦，哎，柯市长现在虽然说他还很多钱，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多拿了很多钱呐。好，你刚刚说房屋税100亿啊。那这个土地增值税80几亿，这边也有100多亿啊！你看，给喜欢你这集，这个不是说不好，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就说不能说只有照顾企业，好，那不能只有照顾一些身份，啊，有些要整体的衡量，啊，整体的衡量。这个台银，我拜托次长啊，回去协助一下。分文报告，我回去了解一下。好，协助一下，然后我希望这地价税或者未来即使哈，我相信是没有那么快了，但是真的再一次提醒，特别注意这些税的调整的时候，真的要很细腻了，因为我刚刚觉得大家你们看那个数字看起来都还好，但是你只要比照这几年地价税的调整的幅度，你就知道我们这个产业好荣景高的时候。你才调不到10%，产业不好衰落的时候调33%，那当然大家受不了啊！啊，那这个新政府有责任。那你未来不管是说包租代管，啊，或者是相关税制的调整，这个细腻啊，我希望花市长一定要啊。那另外我在最后一句，啊，再不厌其烦的啊，都更条例啊，那个动能如果没有找出来啊。其实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我们每天这样子，啊，每天这样子，这个浮游终日啊，哈，但是没有办法去带起那样的一个发展。坦白讲，那是我们愧对我们的职责了。好，谢谢，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赖瑞龙委员咨询。
好，主席各位哈，请那个花次长啊。市长长，好，好，好，先那个了，在谈那个之前的时候，先请教一下，因为最近文化总会的事情哈，沸沸扬扬了哈。那我想先跟市长确认一下，我想这个文化总会在文复会啊，最早期1955年的时候成立哈，这个在文化总会整个历史严格上都看得到了哈。那当时它也是国家出的第一桶金呐哈，那地也是国家的啊，因为我们叫第一年的租金来租哈，然后整个运作啊，过去运作多数也都是在总统的那个。来运作了所以刚成立的时候是由蒋中正这个总统来担任会长了那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是改由这个李登辉李总统来担任会长以前总统来担任会长当然那时候也由内政部来整个确定立案来作为这个社团法人了那接下来在1989年的时候政党轮替的时候由陈水扁总统。来担任会长，这个也都相当顺利了在整个改选的过程中相对，那当然当时当然也是让陈水扁总统他入会了他才有会员的资格，所以这个也都是依照当时的惯例。包括到了1995年，当然改名了那到1997年的时候，再次就是政党轮替所以马英九总统当选，所以当时陈水扁总统也是这个先之后把这个棒子再交给了。这个马英九总统那他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开始入会，入会，所以都依照惯例。那到了产生争议是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马英九把这个棒子交给了刘兆玄，所以刘兆玄照理来说，如果照以往的过去的惯例来说，应该是在今年的要卸下来之后，应该再把这个棒子，那在蔡英文总统入会的时候，因为都比照惯例都入会，入会的时候同意他的入会，同时把这个棒子交给新的总统，是不是是这样子吧？我想我们尊重那个这个中华文化总会的这个惯例，我们也希望能够照这个模式走，会比较没有争议。好，我想问一下次长了，这个文化总会它是一个一般的这样的人民团体吗？还是它本身是有一个特殊性的？当然，就人团法我们在管理的模式底下，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对它做其他的一些管制或者是。不过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了，因为这个过去的几乎都是由总统来担任这个会长，以往的惯例，而且它确实最早期的资源，包括它的土地等等，都是大量都是使用国家的资源在所以我想它是一个特殊的所以我们来看那个下一页了包括历任的几乎都是总统来担任，那当然到第六任，那虽然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了，那这也是大家担心的啦，是不是一个公？以官方半官方来主导的一个文化总会，然后他办一个强大的一个文化的功能的，那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的时候被转换成了私人所占有的我们看下一页了这个这一次的在改任之后，他们改任之后，你看总共有35位的执行委员了那我们看到里面35位，企业界当然文化界的人都有了但是里面有占了相当超过半数是。这个马家军的啦，然后不过比较亲前政府的，就是马总统的任命的，或者是说刘兆玄那个。那如果依照这样的模式不改变的话，他没有让新的会员，也没有交给新，没有增加新的会员进来，也没有交给这个蔡英文总统来的话，那这个会是不是以后就由原来的这一群蓝营的人所来把持？这个对国家的资源上是不是有产生一些问题？我想对于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尊重他们有关于现阶段新会员的申请加入，我们也发文要求，希望他们能够尽快针对新会员的这个入会的审议能够进行处理。我想这个应该依照惯例要尊重入会的程序啊，但我认为更偏向是你应该邀请去入会啦，依照惯例啊，总统你既然当选了，政党轮替了，那我们就由新的总统来这个依照过去的惯例来主导这个文化总会的一个走向，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那没有走这样的做法的时候，我想内政部在这一块应该要有一些处理的方式了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国家的一些资产跟整个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当时陈水扁时代的时候，那何必交出来呢？那他继续自己经营做，我就开始挡你嘛，开始不让你。马英九的人马不让你进入嘛，那我就直接挡住你啦。所以我觉得争议的产生是开始有人，我认为是私心啦有私心了之后才产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后果。那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刘兆玄来讲募款的部分，我们看下一页啦谈募款的部分讲的都是自己在募。坦白讲啦，我认为过历任的会长都有担任募款的工作，而这个募款其实多数也是看待的是你本身的总统这样的一个威望跟整个影响力，所以大家愿意资助。我们来看这次的部分的赞助单位，
妇联会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争议了。这些钱本来就很多是国家的，好、哦，他捐助进来的，包括中钢，中钢也是一个公股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包括现在董事长都还是官派，所以那其他的更不用讲，很多都还有一些官股的身份在，所以这样的募款有什么好拿来说嘴的？我认为这个部分，任何一个会长都不应该因为哦，我好像募了这些款项，我认为这个会就是我应该继续来把持、继续来掌握。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坦白讲是吃相难看啊，我认为非常的不合理的。市长，你的看法呢？没有，同意委员的观点。好、哦。好，我们再来看刘兆玄的过去做的啦，走了很多地方了，到了北京，到了这个，到了甚至到湖南，到很多地方，四川去走动，好、哦，他其实在做的很多是一些，那我认为其实反而是弱化了这样的功能，然后我如果以你总统的高度来做的时候，做办出来的角色不会只有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包括甚至于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拜访的时候也来走访，哈、哦，所以看来也是具有相当的政治性这样的一些意义在的。那好，我因为时间有限，我想回到那个，那现在事情发展这样，昨天这个刘兆玄已经正式宣布他辞掉了了，当然任期也到了了，那接下来怎么做？内政部接下来这件事情要怎么来做，让协助整件事情做一个圆满的收尾？啊，各位报告，如果依照人团法的规定，会长辞职之后，大概就是由理事互推人代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发函给文化总会，请他们在3个月之内完成整个改组的一个工作。好，所以依照人团法第五条，在那个人团法第五条的规定了哈，它是其实要符合15日前要来提的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同意依。33条的规定有让他做一个延会嘛，延3个月的时间、哦。那如果延了3个月后还没有办法顺利的产生，包括没有办法让这些会员能够顺利的入会的话，那内政部怎么处理？3个月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处理，因为现在掌握住的，好，当然有一些业界的人认为非常不妥啦，因为没有依照惯例，所以当然也真有提出一些，但是里面还是有占的半数。是原来的国民党的这个政务官或者是高官站在里面的。那如果他们还是坚决要抗拒这件事情的时候，内政部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处理？如果内政部站在本诸于主管机关和法的立场而言，我们当然还是会持续希望他们能够依据人团法的一个规定来处理啦。那当然，这个案子本质上涉及到相当政治高度的一个议题哦，所以说当然内政部会尊重整个执政党哈、哦、整个的政策方向来配合办理。在上上条里面提到了哈、哦，如果在3个月的期限届期仍未完成改选的话，主管机关依本法第58条的规定可以来处理，58条的规定可以来撤免，可以来限期整理，可以废止许可，可以解散。市长会评估吗？没有错，这个部分当然就后续，因为它终究往下走，会涉及到政治高度相当的一个议题。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是走成这样子了，因为当然，但是我说站在内政部，我认为其实不止这件事情，包括之前的妇联会，包括很多的单位，我认为内政部作为团体的主管机关，其实某个时候要适度的一些，不然很多会议，我再回这件事情，市长要不要整个把它说完？怎么处理？如果因为说实在话，就实际上人民团体，经过3个月没有完成改组的实际个案，其实本质上有一些了哈、哦。所以说过去上面，当然内政部也不至于说3个月过后立刻哦就要求他进行废止许可等等。他这个58条其实它有2个层次了，一个层次是撤免其职员，哈、哦，或者是限期整理，就在针对内部再做一些改组。我知道，市长，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也知道不只是这一个啦，有很多单位，也很多，甚至有很多的当权派，他掌握住了之后，他也用各种方式卡住新的会员，或卡住或者不开会员大会等等方式。但我希望这件事情内政部应该有一套的处理方式，不见得必然走到最激烈段，但是至少这个警告，至少这个。甚至一些手段的部分要给这些团体一定的压力，不然很多团体恐怕都没有在照正常该运作的方式在运作。好，我们会针对这些事情来演绎。好，那再来我想问的是妇联会的部分，之前我也关心很多妇联会后来有没有在包括不开会员大会事情，包括没有这个财务报表没有提供给内政部，后面有没有进展？报告也没有。那内政部打算怎么处理？原则上我们会。类似依据这样的一个模式，先还是继续跟他们进行沟通了。什么时候准备退？我看他不打算理你们了啦，我看他不打算理内政部的作为了。那能不能依法来办理？
目前妇联会的案子的详细现在进度状况，我还没有很明确的掌握到，因为我今天没有注意到，没有。好，没有关系。但是我说类似这样的案子很多了，但我希望内政部要硬起来了，我希望在年底前的时候有一些处理的方案要出来，好不好？如果你这样的话，他基本上视你的公权力是无误的，他视你的法令是无误的。那你已经跟他的要求也跟他警告了，然后也甚至去拜访他了，然后那个，然后完全拒绝，那会员大会也不开，然后这个财务报表也不提供，完全是不接受政府的一些监督的一个机制。那我认为其实要有一些，这也讲了很久，从今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讲了已经快一整年了。那如果没有作为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对国人交代的。是，了解，好不好？好，那再来是刚刚其实几个委员，那个姚委员有提到了，公告地价的部分，从80年的时候其实30，然后当时比较特殊了，到了83年22，86年17，好，89年11。好，到92年，这个都逐年降了，然后九，好，96年9，好，那99年，刚刚姚委员提到4%，到今年突然到了30，哈，我想这个对，确实对，是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些压力，内政部这边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一些想法，怎么来处理？我想，其实如果委员看刚刚委员提供的这个表，你就看到民国80年跟民国105年都是30%，其实这两个时间点刚好都是整个房地产市场正式从高点往下反转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时间点前面，社会上累积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对于这个税制或者是税基改革或调整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民国80年其实全国也调了30%，甚至它后面83年、86年其实调幅也都不是太小。当然，我们不希望未来在108年甚至110年，我们延续类似83年、86年还有这么高的一个调幅。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公告地价或税基的这个发的调整，能够跟市场的脉动一致，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方向。因为现在的整个经济景气状况并不佳，包括整个市场房地的市场状况也并不佳的，然后包括很多的内外在的因素都其实条件上都并不好的时候，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让人民有很大的一些压力跟恐慌。我希望行政团在这个事情处理上面是有一些渐进的程序的，好，有一些能够给人民不要有太大压力。那最后一点，我还想请问一下，这个都市更新的部分，什么时候行政院的版本会送进来？各位报告，因为目前我们正在规划整个都更的所谓的执行方案，就刚刚姚委员特别提到那个动能，真的要把它展现出来。那所以说有一些新的想法、新的策略方案，正在逐步的把它具体化。那在这个具体化的过程，会相对于上一届已留下来的这个都更条例的修法版本，还有一定程度需要再做重新的补强。所以说我们当然我们的目标还是下个会期要送到大院来。好，我希望次长，这是您的专业啦，我希望加速研议啦，但是我也希望提出来方案是真的很有效的一些方案啦，因为人民期待很高齁，那任何一个提出来方案，我们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完整而有效的方案，那能够整个有效解决一些问题齁。 好，谢谢次长，好，辛苦，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李俊毅委员执行。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花次长。李委员好。次长早哈，辛苦了哈。我想今天我就地价税的部分哈，跟你做一个探讨了哈。我认为我们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对地价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很多的误解哈。来，我们先看哈，第一个部分哈，我们看地价税其实。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规定的非常清楚，每3年要重新调整一遍。那《平均地权条例》第17条也说明的很清楚，就你要申报地价以后，然后我依照你的申报的地价，我来课征地价税，没有错吧？是，所以这个法律上规定的非常清楚。是，那我想请教次长哈，为什么法律上要规定这样？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是所谓的，造价征税，就是平均地权里面有规定地价、造价征税这两个步骤。那14条规定就是规定地价的这一件事情。那我们的制度就是公告地价，其实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如果有一块地本来是农地，可是在这3年期间我忽然变成建地，
也就是说我的地的价值忽然提高了，那照理说我要交的地价税一定提高嘛，没有错吧？是。那如果说我这三年内因为有天灾地变，结果我的地价降低了，我的地价降低了，我的价值降低了，那合理的做法也是说，那我地价税我少收一点嘛，没有错吧？没错。所以三年调整一次，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反映市场的价格的涨跌嘛。是。那也就是平均地权条例说得很清楚，每三年调整一次，其实目的就是要什么？目的就是要土地正义嘛。是。我们要维持这样的，如果它涨价，我们就应该多收一点地价税；如果它降价，我们就应该少收一点嘛，就要维持土地正义，这个目标没有错吧？是，没错。来，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来。那平均地权条例第十五条里面其实有规定相关的顺序嘛，对不对？它程序规定的非常清楚啊，地价要公告，公告以后要干嘛，然后要申报要干嘛。来，我接下来要考这个我们次长有一些专有名词了。来，下一页。那地价税这个我先讲，地价税其实跟它的用途有关啦，跟它用途有关。如果自用住宅的话，就是2%，这非常清楚哈。千分之二。如果是事业用地或是一般用地，那其实它的价位、它的比例会比较高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自用住宅一定比较低。那我们如何调整，让自用住宅可以合理的登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嘛，没有错吧？是，就是鼓励申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来，我先请教次长，什么叫做公告地价？公告地价就是政府依照刚刚讲平均条例第十四条所发布的这个地价就要公告地价。就是这一块地大概多少，我公告地价，我觉得做一个公告嘛，对不对？按每三年调整一次。是。然后什么叫申报地价？申报地价是所有权人可以按照公告地价的上下20%。依照公告地价去申报吧，没有错吧？那通常申报大概是80%到120%左右嘛。它几乎都是80%，因为会比较便宜，税会比较少，不会高估了，不会高报了。那什么叫做土地公告限值？土地公告限值是用来苛征土地增值税的那个税基计算的基础。就是说这一块，我除了公告地价以外，我也公告你的土地限值嘛。是。那其实这是干嘛？这是你如果有土地增值的话，你就要交土地增值税嘛。是。这个也是维持税负的公平嘛，没有错吧？是。这叫公告限值。那什么叫做一般正常交易价格？一般正常交易价格是我们在做市场的行情嘛。对。那通常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公告地价跟一般正常的交易价格其实有时候有很大的差距，没有错吧？会。好，来，这个就是所有现在地价税产生的问题所在嘛，就是认为说公告地价跟正常的交易价格产生很大的距离，所以要把公告地价调高嘛。来，我们往下看，来下一页。所以发现了，93年、96年、99年、102年、105年。那其实它的条幅都不大，是。那102年到105年条幅非常大，这就是这一次为什么引起这样轩然大波的原因，没有错吧？哦，93年、96年、99年、102年其实幅度都固定嘛，到105年忽然之间从9%多，哦，8%、9%，然后忽然跳到30%嘛，好，那理由是什么？我想，一方面也是过去这段时间公告地价的长期以来公告地价没有调幅偏低，对不对？好，好，来，下一页，这个就是真正问题所在，这个就是真正问题所在。你们内政部在去年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告诉大家说，我们希望105年又到了三年一次的调整，我们希望105年的地价调整必须怎么样？必须是以103年到105年公告土地限值的累计调整税率为原则，也就是说，103年是14.19%，104年是12.03%，105年是6.72%，6.70%，所以加起来刚好32.92%，没有错吧？报委员，这样的决议基本上每年的地价讨论会都会有这样的决议，地价讨论会会有这样的问题嘛？对，那我们105年听清楚，104年哈，就是听清楚，就是2015年是他的要求，就是说啊，因为长期以来都没有调整，所以希望把公告地价拉高一点，然后可以符合所谓的土地正义嘛，所以他说啊，不然就把它累积起来而已，累积起来嘛，啊，这个也是今年为什么公告地价特别高的原因，没有错吧？一部分是啦，但一部分也是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这样的决议几乎每年
跟地方几乎每年 都会有这个决议，但是不一定每年这样做了，但是105年就照这样做了嘛。105年，因为也是因为很多新的县市首长上任等等的问题，这个是你们的危机，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问题来了，问题来了。104年的8月28号开了这个会，定了这个原则，好、哦，定了这个原则。那就是2015年的8月28定了这个原则。那105年8月28之后，就开始由各地的地价评议委员会去调，他去定他各地的价格嘛，没有错吧？是。然后规定照规定，他就在105年，也就是2016年的1月1号正式公告嘛。是。哎，我请教市长啊。这三个步骤程序政党轮替了没有？还没，还没有。所以包括地价要调整，包括地价的公告，全部是在政党轮替以前嘛，没有错吧？是是。那现在问题来了，2016年的8月31是地价税的纳税义务基准日嘛，然后11月就开始寄发地价税的通知单嘛。所以现在大家收到反弹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我11月收到这个地价税，哇，安那起价多，哦。啊，其实是去年就定了嘛，然后今年年初1月1号就公告了嘛，是，所以这个问题来源非常清楚，我们也不认为说这样的主张是错的，但是我们必须跟民众交代清楚，这个缘由是怎么样来，是因为公告地价长期跟公告地价跟长期跟市场行情差太多嘛。所以每年大概每3年一次都会有这样的原则嘛，那今年就彻底的落实这样的原则，在去年就定这个原则，然后今年的1月1号就公告地价了嘛，没有错吧？是，没错。来，问题来了，来，所以我们仔细来看，我刚才回到，如果是自有住户的话，其实今年平均的税额是1846元，也就是说大概比去年涨了400多块了。嗯。那你认为说，如果涨了400多块，一般的民众会不会反弹很大？我不敢说，可能有人觉得不太低，但是有些人还是會覺得。请问这个三姐啊，我可能哦，啊那起400几块啦，是哦，啊那请问招委陈昌明啊，伊都无看在来嘛，无看在干来嘛，对不？啊，所以是个人感受不同嘛。那隧道冲击最大的是什么？应该是非自用住宅的大地主，非自用住宅的大地主，特别是从化区，他如果本来是农地变成建地，他地价税就叫苦连天，没有错吧？是，哎、欸、啊，问题来了、啊，为什么涨价的时候他希望这个公告限值、公告地价要高一点？哦，要征收、要从化的时候，哎、欸、呀，卡管了、卡管了、卡管了，才符合现有的行情。然后要收地价税的时候，卡给的、卡给的、卡给的，阿伯，我负担不起，为什么？那这也是过去我们的制度对于地价估价专业不够尊重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其实这是长期累积来的问题，是在今年一次的爆发嘛，是，没错吧？是，过去8、9年来都没有调整嘛，是，都不尊重地价评议委员会嘛，是，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嘛。对，好，来，我们继续看要怎么处理。所以今年根据你们公告，问题来了，比如说宜兰，这全国涨最多的，那宜兰的问题出在哪里？宜兰问题最多是出在很多是农地变建地，没有错吧？没错啊，农地变建地一定得给水，一定气也嘛。是啊，所以这个宜兰县政府有没有处理了？有，他有出来说新的政策要处理嘛，对不对？是。然后全国降最低的是澎湖县，哦，跟陈昭敏委员刚改，其中赶快弄增卡啊，增卡都未啥气，土地拢未啥气，哦啊，所以我多嘛，伊就是安尼嘛。啊，阮嘉义市嘛无啥气啊，是哦，啊，嘉义增卡无价值的钱嘛，哦，无价值嘛，土地无价值，啊，所以就是安尼嘛，问题在这里嘛，哦，那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的公告地价、我们的申报地价，还有我们最后的地价税，其实唯一的目的是要维持土地正义，但是因为过去长期没有账，没有依照着真正的地价在调整的时候，然后长期累积，然后去年的时候要求说必须把这个呈现出来，所以有这样的原则，然后这一次上足，也在今年的1月1号公告了，没有错吧？是，没错。好，来，那这样的目标我觉得不应该改了，不应该改了，是，谢谢。而是问题说好，那地价税一次涨这么多，不管你是自用户，不管你是大建商，哦，你事实上我负担得起、负担不起的问题嘛？来，下一个。那但是哦，地价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它是一个地方税嘛。它是一个地方税嘛，依据财政收支划分法的第12条，地价税是一个地方税，收地价税的也是地方嘛，是，所以我要怎么收，我要不要让这些大建商或是地价涨很多的人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是由地方县市首长来决定，没有错吧？
相当程度上，条幅的决定是地方决定的。地方啦，所以地方才有这样的权限。是。那事实上，财政部也有说，其实可以变通通融嘛。所以在11月8号的时候，他们发一个公文给大家说，哎，其实某些东西可以调整嘛。好，来下一页。所以就开始啦。台中市、高雄市、台北市，它的方式是分期缴纳嘛。你该缴的你还是要缴，但是因为我知道一下账太多，你负担太大，所以我让你分期缴纳，对不对？台中、台北是延期缴纳，哦，然后这个其像嘉义市、台南市，我们这些就是申请自用住宅优惠税率这个时间拉长，是，好，哦，这是财政部给大家的一些做法。是我为了要应付地价税一下子账太多，我给大家的调整做法。但是最后都还是要回归一个原则，就是土地正义的原则。是地价如果涨多少，我就应该负担多少税，不能说我涨价的时候我要涨价，然后叫我缴地价税的时候我要求他降价，没有错吧？是好，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清楚的概念，所以我这里要求次长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民众讲清楚，说地价税涨价是为什么原因，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公告的，所以民众会搞不清楚，误以为说啊新政府来了，所以通通涨价，根本不是这回事嘛，对不对？是2015年的8月28号就决定了嘛，2016年的1月1号就公告了嘛，那地价税只是依照2016的1月1号公告的东西，现在来征收而已嘛，对不对？是但是征收确实有人因为这样一下子。账太多，我负担不起，所以我们也提供了适当的调整办法。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土地正义的坚持原则应该坚持下去，没有错吧？是。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内政部在这个部分要跟大家说明清楚，要跟大家说明清楚，不要造成社会的误解。所以真正涨价的不是大家都涨，真正涨价其实最多的还是在土地重划的部分，就原来的农地变成建地，当然它地价税要涨，这个才是真正最主要的原因。没错，所以我们希望内政部在这个跟人民说明的时候，必须把它前后它的因果关系把它讲清楚，人民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好，谢谢委员，我会加强宣导，谢谢。下一位。请黄昭顺委员出席。黄昭顺委员出席完毕，休息5分钟。那个主席，我想请次长哈，还有财政部的次长。次长，欢迎好。我想哈，民进党政府经常性的往内互打，我觉得往内互打还是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地价税跟房屋税。涨价的事实，整个也没有办法改变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我想柯文哲市长在上个礼拜提到，他说这两个税涨得这么幅度这么大，一定他所影响的层面是会比水电油电双涨要来得高，这是第一个。如果说好以前定的东西现在不能改，那我请问我们现在政党轮替要做什么？那这两天当然有几位前院长都有一定程度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讨论。那刘兆玄前院长他所讲的就是说，他语重心长的讲说，他今天不做了，但是去中国化，如果一手要当会长，一手当去中国化，那中华总会他对这件事是提出质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社团的选举是用桥的，连这种事情都可以桥，那民进党政府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桥？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提醒你，你们如果每天只是很高兴的自己在里面往内互打，我觉得对所有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第一个我要提醒次长，应该你同意我的讲法吧？我想我们还是会尊重这个文化总会内部还有不止文化总会，包括地价税跟所得税那个房屋税。我在这里要提几件事。我们之前的前院长陈冲院长应该在6月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他说房屋税这个税是违宪的。我相信次长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吧？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好，当然有一些人说他以前当过院长，为什么他当院长的事不处理？就是因为他当院长没有处理，所以我们才政党轮替。那今天提出来这个议题，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好，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因为事实上，包括陈冲院长，
包括柯市长，包括很多的建筑业界，事实上全国各地的议会大概都遍地开花。我们不能够只讲我们的住宅自用住宅是降税，我对台北市政府啊，我还心存感激。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的房子我去缴税，我不是缴自用住宅。他今年弄了一个单子来给我，提醒我说你应该，因为我是台北高雄两头跑两头住，我不能说我现在的房子那登记我的名字他在住，结果就被课非自用住宅。他今年特别提醒我让我去做修正，但是是不是全国的各机关都这样做我们都打一个质疑。他也不认识我，他只是看到我那个税率的那个基础，他大概通盘去看了一下，所以就通知我。那今天我要请教市长的就是说，当陈聪院长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税是违宪的，你们去讨论了没有？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些包括自用住宅包括非自用住宅，因为他提了一段，我觉得这一段是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是面对我们年金改革。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务人员他们当时买房子都是用贷款的，但是你忽然把它用一个不管是天花板或是楼地板去把它一切的话，极可能他们在房屋的贷款上就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困难。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所以陈聪院长提到一件事，变成我们自己的自用住宅可能不是只有住不起，而且我们还养不起。在这个上面你们有任何的议题或者任何的讨论要去做这个件事的改变？我想这两件请你们回答，包括刚才那个文化总会的。好，先谢谢黄委员。我想第一个哈，你刚刚有提到油电双涨跟税的部分，其实油电双涨其实它真的伤害的是比对于真正弱势的它的压力比较大。我想，但是房屋税、地价税这被是有房地产的人才是有压力，所以它的层次上是不一样。你可能不了解，台湾人是最喜欢储蓄，是，而且有土司有财，是，这是我们的观念。了解，大概从以前一直到现在。不管你的房子是好的，我知道像台北市100多万的房子大概只有45户嘛，对不对？他们一样要缴税，一样要缴，所以你不能把它归类在有没有房子的问题。尤其是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总统的改选其实对整个全世界的经济都产生一定的冲击，包括它 TPP， 包括我们有许多的工厂可能未来会产生，极可能他们不会留在我们这里，因为整个税制的改变，他们整个也可以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所以市长，我们不能够未雨绸缪。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为什么一直要求主席要请内政部长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所以你如果再把它推到油电双涨，拜托哎，市长，昨天我的助理去买那个番茄啊，细料150块了，是四个小番茄哦，150块，一个高丽菜300块，昨天比较降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去买，昨天降到大概200多。市长，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任何一个税制都会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全面冲击，是，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个只要一涨，物价一上去就下不来。这是马英九总统当时在施政的过程当中最大的痛，而这个痛我要提醒你们，因为当时我们全部都是受害者，我们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说，这个下去所影响的层面，包括我们所有的小确幸，要吃一碗拉面哦，拢爱对50块变100块，今摆我看爱变200，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请教市长。你在这个事件上，我们要不要再重新检讨我们整个的税制，或者是我们今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要不要再采取补救的措施？
我们在政策方向上，自用轻税其实一直是从蔡总统竞选的时候就提出来的重大政策方向。那我们现阶段对未来的处理是以自用轻税为原则。这两个税我们要采取，尤其是你不能讲说他农地他去重划，或者是他在去做开发，你一口气跟他涨这么多，你是要他去卖祖产吗？农地大部分都是祖先留下来给我们，然后慢慢慢慢过了三十年，慢慢的开花，那他缴不起这个税，你要让他卖祖产吗？是这样吗？我想，未来税的调整跟那个跟财政部今年的这个状况，我们有没有任何可以补救的措施？今年情况，我刚才在专案报告里面跟委员报告过，第一个就是分期缴纳，第二个分期缴纳到什么时候可以申请？那只有自用住宅嘛？没有，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都可以，到什么时候申请就可以？他在11月30号之前你能不能把它延到十二？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你能不能把它延到12月31号？这个部分因为已经过了缴纳期间了啦，我们可不可以再度公告，让他因为？包括我在内，我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分期缴纳。我们可不可以延议到12月31号？他们因为我们最近面临许多的朋友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而的确他们是缴不起的，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第二个，因为你整个的地价税跟房屋税做了调整的时候，你内政部去评估过有多少自用住宅低收？他们以前符合这个部分，他们是可以申请低收的，但是你调整了以后所产生的影响层面总共有多少，你们去算过了没有？这个部分要看那个卫福部那边的统计，因为这个是卫福部的调整。我想你们今天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我想我们很难以接受，这就是民怨的起，明白告诉你们啦，你们再怎么往内户打都没有办法改变你们民调一直下降 的事实吧。你们你看你们为什么民调一直下降，所以本席在这里做球给你打好，因为不要只有往内户打，你们要不要把中低收原来他们地价税跟房屋税他们原来可以申请中低收，可是现在他们没有办法。市长，这还是你内政部 的作业哦，你不敢回答是有问题哦。有报委员，一方面这是跟公告限制，不是跟公告低价联动，好、哦，还是跟公告限制联动。另外在对，在这个联动的也有所影响的，你要不要把它排除？我们已经跟卫福部有做过，在两个多礼拜前已经做过讨论。你做过讨论，但是现在影响层面出来了，是我们要不要把这些人排除在我们这一次？地价税公告那个房屋税，因为上涨，他丧失了这个权益，你要不要把它排除？排除在我们以前定的这些法规里面？这个部分因为有些涉及到法令的明文规定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他没有。所以我想在没有修法之前，所以市长，你刚刚在跟我回答的时候，你说那个影响的是比较低经济，这个直接影响到所有他们的权益，他们已经在跟我们陈情了。今天本席在这里告诉你。你还，我希望你在这件事上是法规的修正是另外一件，我们可以先做行政的补救，我们先就这件事来补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自用住宅，包括可以分期付款，我请你们今天在研讨，能不能延到12月31号？市长，这个部分因为很多县市都已经公告实施了，所以公告实施，但是还是以直接影响到人民的权益啊！今天立法院在这里已经告诉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公告你不能再更正吗？我想这样子啊，因为目前好没有关系哈，我觉得我因为你们今天这个出现了，所以我在这里提出最严正的抗议。今天两个都是次长。要请他们在这里做这么重大的一个口承诺，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所以我们对我们这么重大的议题，我们应该要请部长来的，我们就请他来。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主决议，在这里我要再一次的提醒次长，我想前院长陈聪所提的，
包括我现在有很多的法界的人士，对房屋税怎么样让我们的人民能够住得起、养得起，然后在老来不会担心这些税制而影响到连老人家都必须要去打工才能够缴税。我想这是我们基本的人权，也是我们基本的生存权。我希望次长你是专家，请你今天回去，包括两位次长都一样，就这件事我们再来讨论，再来研究，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总部的法规我们要再重新再检讨，可以吗？请你用那个回答，要不然你在那边点头都点头如捣蒜都没有用啊。这个我们回去研究。好，我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能够解决我们整个税制的问题哈。以上，谢谢。好，谢委员。谢谢委员。好，休息五分钟，但是回去研究的话要报告给黄委员了，谢谢。好，没有没有，等一下啊。还有的讲啊，
来，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按您呢？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啊，不要紧，我刚换一个，让你先讲好不好？啊，无洪伟，你先讲，啊，让伊对调，安尼好不好？好，那我们请洪委员，嘿，不要紧，让伊改，让伊换一个尔嘛，嘿，我无甲跳过啊，哈。我就跟他填一下单换了，要不然你把他跳过去，要不然骂死他。主席哈，各位委员，请那个花次长。来，请花次长。侯委员好，次长好哈。那个次长，本席请教一下哈，你们今天内政部所提出来的这个专案报告的名称是什么？报委员在地价税这个部分叫做《全台地价税飙涨情形与新政府后续因应之道》专题报告。那个花次，好，这样就好了。我问一下哈，飙涨是怎么去认定？报委员，这是立法院 提供的题目，不是我的定目。所以本席觉得说，哈，这个飙涨到底是怎么认定？那个升到多少才算飙得很高？你认为呢？你认为这个飙涨这种字眼，你觉得是不是合理？还是说，反正就已经讨论了，没有关系？你可以说明一下吗？我想这当然这个字眼我们尊重委员的那个啦，那原则上当然应该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是啊哈，是。好，那个花次，本席请教一下哈，我想哦，这一次那个地价税是属于地方税嘛，是。那以本席了解哈，全国各个县市政府哈，它一定是有依据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嘛，是。好，那它大概是依据哪一些法令？主要是依照平均地权条例还有地价调查估计规则。然后它是多久要办理一次？平均条例十四条明文规定地是每三年重新，每三年办理一次嘛，哈。那我想哦，这一次的整个地价的这个涨幅，中央没有介入吧？没有，没有介入嘛，这完全都是地方自己是自己的权限嘛，哈。那个我想哦，在那个程序上哈，我想刚刚也有委员有问到了哈。那本席大概把它列了四个阶段了哈，第一个阶段哈就是这个收集的收集调查的阶段嘛，是收集调查的阶段哈。我们假设说今年是105年，那我们收集调查的阶段会在什么时候？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9月的资料，对嘛，就是一整年的这个期间作为整个收集调查的资料嘛。那个九月那个一整年的9月1号。那他的那个公开说明会必须在什么时候办理？在什么时候？在104年的10月。在10月的时候。10月至11月嘛，哈。那个办理完说明会之后，必须还有一个审议的委员会嘛，哈。地价审议的，他地价审议的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办理？大概在11月开始到12月。那审议完之后。就是要公告嘛，是。那公告是什么时候？1月1号正式公告。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是必须依照这个规定，依照这个流程来走完嘛。是。那以你们目前来看，就是105年的这一次的地价的调整，以你们自己目前手里的资料，也没有哪一个地方政府违反这些规定。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哦，这个完全都是依照现有的法令来执行。是，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法令哦，还是说调涨的幅度大家不能接受，是必须再透过修法来处理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嗯，是对嘛哈。好，那个本席哈，就要再给你看一个表了哈。这个是本席哈，从那个扁政府、马政府哈，到我们现在。小英总统嘛，小英总统第一次遇到的就今年105年嘛哈。其实本席看的这个资料哈，105年哈，涨幅第一名哈是宜兰县呐。但是本席也是觉得很奇怪，宜兰县竟然涨到118%哈。我想在座所有的委员哈，甚至全国的乡亲都会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啦。但是本席有看你们的报告哈，你们在最后一页好最后一页的部分里面又写到了哈。那包括说，六都嘛。六都也是涨幅非常的多嘛，哈，六都大概都是在超过30%以上嘛，哈。
但是在102年的第一名就是基隆市，嗯，哦，基隆市的涨幅哈达到20.1%啦，是，哦，那诶，99年涨幅第一名是连江县，嗯，连江县哈涨幅到29.55%哈，29.55%是，那包括说105年连江县也涨，今年哦连江县也涨到26.05%啊，好，哦。那在96年，第一名也是连江县了，好，连江县涨到38.15%啊。那93年的时候，第一名是澎湖了，好，哦，澎湖的话是24，涨了93年是涨了24.39%哈。但是你看今年哦，澎湖竟然是最后一名，是，所以本席就觉得很奇怪啊。其实每一个县市的状况不一样嘛，是，对不对？应该每一个县市它一定有它，欸，在这3年之内的整个状况来做调整嘛？那像连江县呢，啊，这样子连续好几年都涨那么多，你们有没有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吗？那一方面，连江县过去的基础真的是严重偏低，所以他这些年有点在追赶，也能够改善他的一个地方财政。其实对于人民的税收的直接的影响，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哈，本席就是你现在讲，就是连江县它的涨幅会这么多哈，其实就是它在先期是比较落后的啦，是，包括说宜兰县以前那个道路那个雪隧没有通之前啊，应该也是这个地价哈，哦，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嘛，是不是这样子？是，对嘛哈，嗯，所以哈，哦，我想哈，哦，本席也大概列了我们自己彰化县了，彰化县哈，哦，在这个今年哈，哦，它的涨幅是10.52%，全国的第19名，那102年哦是第13名，涨了7.85%，那99年哦是第18名，0.4%而已哈，哦。那96年哦就比较多了，嗯，13.18%。那93年哦就负的啦，嗯，就没有成长，反而跌下去了，哦。那93年那时候刚好是阿扁上任嘛，是，哦，那我想96年马政府一上来的时候，也是可能也会涨一下啦。那年 SARS，哦，我想哦这个哦就可以反映在哦你里面有写到嘛哈，哦，其实这一次平均涨幅哈，哦，有达到30%啊，但是这百分之三十哈，并不是多数的民众有受到影响嘛，是，对吧？你们在里面有答复啊，你们有写到说，对于一般自用住宅用地的所有权人，影响是有限，是，这个你可以再说明一下吗？我想，因为一般自用住宅它的税率是2%，那一般土地是10%，所以说它即使大家公告地价调的金额一样，但是增加的税额自用住宅只有一般土地的1/5而已。那另外就是哈，你们说哈，对于这个有面积较大的或是非自用住宅的这个土地所有权人影响比较大嘛？是，所以应该这一些多数就是像目前集中在宜兰或是在6都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一般当然是大面积，我们也评估过了。其实真正拥有土地最多的那前5%左右的大地主，才是真正的受影响大户。即使是哈，哦，非自用住宅，你属于第一级，就是他缴的是没有超过所谓累进地价的那个比例，跟自用住宅加起来，其实全国有将近90%，他们的影响都不是在太大，对吗？就是90%的民众。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嘛。是，那另外哈，我想哈，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内政委员会有提出这个，就是请你们来专案报告嘛。当然，您也有提到说未来可能会做哪一些调整嘛。那我想啊，本席刚刚有问到嘛，就是我们是3年1次，是。那你认为这3年的期间是不是有可以调整？因为它的频率是不是3年调整一次？那是不是认为说有没有必要调整成1年或是2年？你们内部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有，因为现在的法条是3年调整一次，而且必要时得延长之，嗯，所以说你甚至可以6年甚至9年再调一次，当然就会出现这种累积的这个效果。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不，但是你如果年次越久的话，涨幅的频率可能会非常大，对对，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在内部，我们在部里面的法规会其实已经审查，针对这个条文，我们把它修正为每2年调整一次，而且没有必要时的延长之的这样一个规定，哦，就是没有必要延长，这个可能会取掉嘛，是，但是可能会3年改2年。改为2年嘛，哈，这样子就是因应我们整个时事的变动嘛，哈。那另外就是哈，在于这个地价查估跟那个税率与税基的这个部分哈，你们说希望可以研议出配套措施嘛？是。那配套措施的状况呢？这个部分
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必须跟财政部在做通盘的讨论，而且它必须要经过更多的民众的沟通，才能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向。那第三个部分，你们怎么去督促县市政府对于这个大面积土地开发的这个评这个这个开发的审查哈，你们是怎么去怎么样去督促？那一方面当然是针对说他的公告地价能够适时的反应，不要说因为以前他可能是农地的地价来视为公告地价，但他重划之后变成是建地，虽然那个倍数的调整确实会比较高，实质上这部分应该是跟地主做事先的充分沟通，他才是最根本的做法啦。没有那个，我想那个市长，你们有写到说你们要督促县市政府了。是，我现在问的就是说，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去督促他们呢？确实，这里面当然我们会希望他们也不要过度的去做这样的一个重划的开发。那当然，对于这个公告地价的这个调整，能够温和渐进的方式来处理。当然，我刚才还是特别强调，实质上跟这些重划地主的事先沟通，让大家事先了解。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因为这本来它就是会出现这么大幅度的改变，因为本来是农地变成建地，它的地价本来就是倍数的一个增加，这是真实的状态，所以说跟这些地主在重划前就必须做一个充分的沟通，而不是事后调了之后才跟他讲说，就是会发生这样，之前忘了告诉你。我想这样子那个地主哈，如果可以事先的去告知哈，不要说事后让地主反弹嘛。是。那另外哈，我想啊，本席再请问一下哈，就是针对于这个实价登录的机制哈，我们从实施到现在哦，这近四年哈，将近有600多件的这个被开发了。嗯。好，那你们针对这个部分呢，你们有没有做检讨？他们都是预期啊。主要都是预期申报为主啦。预期申报嘛，那个申报不实呢？比较少，大概是100多件，不实的有100件左右。因为那个我想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地政室还是说经理人在反映嘛。是，未来是不是会朝向委任代理制的方向？会，你们有没有这个严厉的方向？我们对这个部分有做一些讨论，也跟地政室做了非常多次的沟通。我们当然希望未来还是能够转换成由权利义务人自己来做那个登录的一个义务人，而不是由地政室。当然这部分，但还是涉及到未来的修法才能够确实的执行了。所以你们未来就是也会朝向委任代理制的方向来做修正嘛？是。好，谢谢啊，市长，谢谢，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庄瑞雄委员，我都叫家己甲你换了，家己甲你对调，我刚刚跳过，让你啃了。主席，我无走莫非，我唔知恁换主席，我甲陈超明做伙啊。我伊甲拜托。啊，我哪会知？我著讲，我甲陈超明讲，下要做主席，唔紧去卖，啥物去卖，啥物别人接顺去啊？无要紧，咱先来解说一下。因为伊叫我甲代理，伊讲伊有工课啦。伊就无甲我讲，佮叫我开讲。我唔敢甲你。不，今日不讲，今日讲代志俩。我唔敢甲你跳过，因为我知跳过礼拜就有代志啊。不，哦，来，啊，我请洪委员，我安尼对调一下安尼。好，歹势哈，来，主席，我请。哎呦，我甲主席上好个啦。迄啰内政部我们。花次长，我们的财政部苏次长哈，国税署署长，国财安署副署长，副署长有来嘛哈？副税署，那我们科技部的陈次长，工业局副局长，台藤有来了哈，台藤，哦，这哦。这不教播嘛爱啊，教播恁嘛有啊。教务次长有来嘛哈？处长处定哈，哎，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各位同仁哈，大家早。这是我们今天的专题里面呢，去看到了就是说全台地价税的一个飙涨啊，新政府的一个因应之道。我先来就教一下我们花次长。是。整个地价税的一个决定，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报告委员，这是去年各县市的地价评委员会评议完，其实就决定了，就是104年的8月份。
应该是12月。104年12月份是公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今年的1月1号。啊、你这种要求，你拢讲不清楚。我有恁母系，你知不知？我的基层在咧造台，讲好恁要求我，你新政府一个起来了，妄议狂了哦，啊，全部哦，地价税狂涨哦，我该税未清啊。是政府之既定的政策啊，我相信这个都有一个延续性，但是对老百姓，你跟他磕税，他一定痛啊。你还敢跟我清楚啊？我为什么请这么多部会上来？这个其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你这刁刁的好呢？我们的赋税署苏定武来了哈，李署长是，安尼起起的了，你爱当加收偌济？我们不是我们收，主要是地方所以收嘛，所以讲嘛，啊，不是你们收，啊，恁的拢点点。有了，我们还是有公布清楚了，对，加强来公布清楚了，涨了以后我就来就叫了台糖，我屏东我也想坐，台糖处长，来。你难道你们都没有接到地方的民众反应吗？您过来做金边那修？向委员报告哈，依法行事。没有，我们今年那个公告地价调整料哈，就很多承租户，因为我们会通知，会预跟他通知说今年租金。其实我们很久前就会预告哈，预告说会有一个调整，是预告一定会调整嘛？对，我们、怎么办？现在在提董事会，会订一个优惠的方案。来减缓他们的冲击，有跟民众讲了没有？有厂商来，我们会跟他说明。所以够嘛？您就是一对一的，我们来当。上个礼拜也有到龙泉那边做说明会。所以啊，这么多的单位啊，那个财政部的次长，注定啊，你算是非常专业的人了、但是本席要讲的就是说啊，像这一种政策，你这个你说政策有没有变更？没有变更啊。是过去政策的一个延续啊，但是这种突发的，对一些不知道的民众来讲，不知道的产生重大冲击的这些，这样对在民众来讲，这种电力几架大黑天鹅，你知不知道？是，真的就是一只很大的黑天鹅啊！对我不懂的人，它就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啊，产生重大一个冲击啊！啊，我们要让民众去知道，不要说在我们在基层啊，民众。大家会惊啊！讲这政府到底想要抽钱，抽到要哎哟！以台北市为例啊，我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因为都要问呢，黄大姐、朱秀讲的啊，讲好四粒番茄150块，150块，你捌食到四粒番茄150块？我讲你唔捌，都唔买去菜市啊！本时都要查个牌价，你知唔知？上贵的话，这样牛番茄10斤80啦，乌奇啊12斤81啦，剩余6斤那100块啦。我做想要问讲，黄兆顺委员，啊，无你迄四粒的无嘛，摕一个黄皮棒的食看卖啊？啊，有遐贵的，要惊死人！啊，你迄电脑宕机无阿底啦，还没当时的牌价啦，啊，有遐涨的啦，他没在涨的，昨天没有那种牌价啦。你是对一个的啦。啊、你唔来买就对一个个，你爱多吃国产货。张伟，时间暂停，我跟你胡话后一条。好，啊，就真正我是，即我叫阮的助理张去买，你是远。啊，即个去中国化，你都蛮好啊。你乱讲，即个当时咧去中国化。我的助理张传华，时间未使给他暂停起。哦。即我的助理昨天卖一。四个150块，啊！你黑白讲，啊！我都会拍摄。昨天哪有什么四颗番茄150块一斤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因为他们都在市场做服务工作，我每天我如果没有去市场，他们一定要给我报价。这段时间你讲的，你家人靠掉。我跟你讲，我昨打去兰州，我昨走过市场，你唔知？兰州市场啦，林边市场啦。香港是张招三起的，后尾的后尾的番茄要贵。我咧替我买来请我啦。啊，我请你啊，不是我意思讲哦，迄有些委员咧跟你讲的时阵，别样的时阵哦，你无硬理啊，你知唔知？来，刚刚我你不知民间疾苦，你那个套两粒，讲起来皮胖一下哦。来，我继续我的主题啦。我要讲的就是说啊，你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延续啊，对民众产生冲击的时候，政府你就必须要去应变。各个单位里面在这里，你像比如说，你工业园区、台糖、你高博产学基金，你有这么多土地的人，你一个
部会你有你的政策的目的，我们就是有政策的目的嘛。你整个地价税上来以后，你怎么样来因应？要安那去减？要安那去调整？无啊，咱就足济政府的要求，青年返乡呢，要去建厂呢，诶，地价不是干那建地那叫做地价呢？唔是台北市的叫做地价呢？迄整卡有土地嘛叫做地价呢？全部都涨呢，你莫当做30%呢？到时阵呐，大家爱卖土地，带来交税。这个政策就有问题了。我今天听到现在，你们都在讲说：“哎呦，延期了，分期了。”你个延期分期，各位嘛是得叫啊！我出定干不起来呢。所以各个单位里面长有土地的人，你们本来就要及早去做一个因应啊！不过该讲了，这个黑天鹅的冲击哦，民怨都会飙高啊！你看嘛，搞玻璃国有产学哎土地啊。科技部，你科学园区啊，我屏东就拢有啊，啊对不？大行也有，台东我嘛有，我大行我嘛中奖。乡下就是如此啊！我再给你看一个都市的，都市的，你看台北市去年的，我确定去年的整个台北市的地价，你刚讲那个，我觉得有点口误，你说收了快100亿，可能要更正一下，澄清一下，就是台北市来讲，去年就104年度哈，它整个。房屋税、土地增值税跟地价税，整个超出预算，超收了113亿。所以说我的印象中是这样子。那至于房屋税的话，它只增加了比103年度增加了20亿了。今天一路，今天刚打来看，有人看了复兴航空了啦。对，这个突发的，对因的规个公司来讲，这嘛大的一只黑天鹅。问题，你看到他们在倒闭的时候啊。很多啊，我看营造业、啊、也很恐怖啊。11月17号，传出了里程营造倒闭啊，哈、哦，对吧？他们的地产业界疯传一份叫15间的公司的那种可能很大危机的一个名单呢、啊。结果我们大家严建树家庭啊，在不在刘建博家在不在呢？但是啊，另外的好几家被点名的上市公司、欸，哎。对吧？你用伟盟啊，后了哈，你用长虹啊，后了，还爆发一些危机的，这个金额都很大，跳票都很大。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啊，是不是中小型的营造商会出现另外一波的一个倒闭潮，很恐怖哦。我给你看一下哦，您各个上来的，你们也仔细看一下哦。建商名下土地建物法拍的案件，2014年787件，2015年2015年556件。2016光到7月20号就440件了，真恐怖呢！像这款呐、啊，我要甲在场的大家讲了、啊，就是说，到底你们有没有掌握？营建署署长、署长，你们要掌握不？有掌握不？跟庄委员说明哈，其实去年就发现，所以我们明年哈，甚至怎么样辅导营造业哈。能够，比如说转到像南向哈、啊，这个到东南亚发展，我们都还有编相关的辅导会啊。所以我讲啊，这个危机啊，这个对我们整个政府来讲的话，我们要及早去做一个因应了、啊。那其实本席一直有一个想法，我听您讲说了哦，我家己临时灵光一现，我感觉我嘛翘翘啊，你知不知？无恁遐专业，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光去谈这个分期跟延期啊。可能没办法去解决事情了。如果说我有办法提供证明说我的无现金，我的干那有土地呢，安尼我变安怎？苏市长变安怎？有解决的方式不？敢会当讲阮的土地成本上个注记，哦，啊，我都无交地价税，啊，有一天我要交易的时阵，他最后一个缴，敢会使？有可能无？这个部分。有可能就是还缴啊，我们或许再来，就是还缴嘛。对，我都无现金嘛，这我得考虑不？这个我们再另案再研究了，如果可以的话。爱想一个啦。对，真正到时哪讲真正大家爱卖土地吼，啊是爱卖厝哦，啊等你来给他拍卖执行哦，这个哦就是政策在杀人的啦。这个我们了解。那这个很恐怖啊，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说，昨天我其实我们跟那个副税署这边进行讨论的时候啊。你说保留科税的部分呢、啊，你们也都不赞成啊？那就春末偌久啊？哦，这个真正哦，爱注意啦。三年就一届，
大家拢知。但是对很多平常不会去想到说会涨这么多的人，它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冲击，我们政府要去做一个因应啊。我简单来举一个例啊，咱今天个讲的讲的都更对不对哈？你看那个都更啊，很麻烦。碰到我们大家谈到的第一个就是钉子户哦，都更条例36条，得移人工啊，都更后更新以后，房屋税那个一定会增加很高嘛，这一定的嘛。你像比如说30平的老旧公寓，一年房屋税才花得几两，每超过3000块啊，对不？啊，你那真正都更了，一平那相同的平数，一年要缴多少？40000起跳，差不多。你要算好，我不跟你骗，今天你要算好。你光这个啊，你更新后的房屋税的部分呢、啊，一定会涨很高了。数字会不会这么高，我不知道。但是你从2-3千，起来调一点剩8的嘛，这个没有争论吧？大概除非是豪宅适用豪宅税或大面积的情况，才有这种可能。你们公立豪宅这个处理啊？我要跟你们提醒啊，那大安公园那一间啊，对不？你大家拢知嘛吼、哦？已经去买到迄个什么的，挺国民党去买到国华园那间啊。迄今嘛拢安怎？你敢知？厝起起的了，唔敢你啊使用执照啊？为什么？为什么？台北市的豪宅税的问题。是啊，一年大概几亿出来？你知唔知？豪宅税啊！你说公平正义啊，我们都赞成啊。可是这个都会变成一个危机哦。光那个囤积就几百亿在那个地方啊，我很担心啊，那是一个不定时，一颗不定时大炸弹呢、欸。那些好家在够有一间全年底啊，大家有现金在收嘞，无共党派啊，但是我赶快来关心嘛。像这一些啊，将来有可能爆发的不定时炸弹呐、啊，我们都要提早去做一个因应啊。这个出掉列矿好了呐。跟委员报告，我所了解，特别是政府现在针对豪宅的部分，吼，它有一些所谓的比较特别的措施，比如说它的那个加价的部分会调整，那路段率的部分它也不再适用路段率，用固定的比例去调了，所以这个调整以后应该会降下来一些啊，这个部分就等于这个豪宅税这部分会比较相对合理化的一个情况。这就讲对了，對，相对合理化。接着，台湾花市长。这跟你港师傅，迄个张金乐副市长，大家拢讲恁两个拢港过来啦，哦，你也莫摇头啦，外口拢讲安尼啦，讲个恁师傅啦，你得伊个师啊啦，公平正义大家都赞成啦，但是像苏市长讲的，合理，要有一个合理，你也要去照顾到整个国内的一个环境，你就这几个地价税飙涨了，第一十个心情是啥？你感受是安怎？经济都歹嘛，经济真正无好嘛。啊，经济成长也无好嘛。哎、欸，你下次买几个番茄来请大家啦。好，好。啊，就真正，就是惊死人，就对。你用什么钱？好啦，迄真正袂使，迄大家咧骂啦，系啦。牌价都不遐悬。啊，就真正很贵啊。啊，你助理甲你算唔对个啦。无这个代志啦，迄就真正，就是去买了，我带你叫伊去买个啦。你连续买小番茄，叫我助理甲你买个。来，来，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委员。哎、欸，我们这怎么没有出席的名单？有，在旁边。这边不见了。啊，咨询完就把他带走了。好，谢谢。
我们请内政部跟财政部的次长。好，委员好，那个两位次长啊，刚才庄委员有请你们赶快提出方法嘛，啊，针对这个被抱怨这么多的地价税也好了，房屋税也好了，其他税也好啦，啊，你们到现在有方法吗？这是重点啊，不好问一堆没有用，啊，到底有没有方法？现在有没有？还是说反正边走边看，再说再演绎？你们最常给的答案就是在演绎啊。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目前对针对自用住宅的部分，还有工业用地的部分，是用特别税率的部分。事实上，我们是把它申请的期限从9月22号延期到11月30号、嗯。就是延期嘛，9月22到11月30啊、哦。对，好、哦，这个是它适用的资格，就是自用比较低税率的部分，它可以。他可以去申请比较低的这样子的，对，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嘛。那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所有的这个房那个地价税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授权地方政府订定一个分期或是延期缴纳。分期延缓缴纳，就这样嘛。是，这是目前的解套啊、应该说目前你们的因应之道啦。是啊、哦，那有效吗？有效吗？你认为民怨有降低吗？那目前大概。大部分的都会地区的县市政府都已经实施了。对啦，我说民怨有没有降低嘛？没有嘛。如果有的话，庄瑞雄不会那么生气啊。啊、哦，那你们知不知道原因啊？到底知不知道原因？地价税不是不能涨啊，可以涨啊。可是为什么民怨那么大？以前也有涨啊，以前不是没有涨啊 ？Why？ 为什么？你们到现在搞不清楚哎、欸？因为你暴冲啊。啊、哦，你暴冲式的涨啊！还有这里面涨了以后，其实我们在看你们的回应跟地方政府回应，踢来踢去、欸，哎，虽然是同党执政，很多县市也是民党执政啊，可是我看他们踢来踢去啊，要怪中央，那、啊、中央说没有、啊，那是你们自己地价评议委员会自己要调高的，到底是谁的问题啊？这部分啊，到底中央的责任在哪边？我想报告委员、哦、其实公告地价或公告限制的调整，当然有它的法定程序。那这个法定程序的执行，当然主要是在县市政府。但中央确实有长期每一年在地价调整的过程底下，都会邀请县市政府来开会。对，那大家对于这个调整的一个方向原则，其实每一次开会都会希望，特别是在每三年公告地价调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附带的，就是希望大家针对依据公告限值的调整，来反映到公告地价的调整。那这不是只有去年才发生，对啊，我知道，所以这个算不算也算是政策指导嘛？对不对？这是本质上，它也是中央地方政府在这部分的一定的共识了。好，没有关系。基本上，我刚刚已经讲了，调涨这个不是现在才有，过去本来就有调涨嘛。好，老百姓大概也不是不能接受调涨，只要景气有在走，对不对？经济有在活络，收入有在增加啊，涨价合理啊，税涨合理啊。问题是这刚好相反啊，对不对？经济。没有很好啊，啊，甚至停滞啊，有些甚至还没有赚钱啊。那问题你税暴增嘛，相对比较之下暴增，这是民怨的最大来源。所以我这边啊，我跟你们来探究一下、啊，刚刚提到的就是没有错，你们跟地方政府会召集他们来开会，啊，那也就是说啊，基本上就是往符合这个实际地价的方式来调整嘛。啊、哦，不是到实际地价，因为还很远。对，还很远，但那个方向嘛，你是往那个方向来走嘛，这是没这个、不用开会，大概也会有这样的共识嘛。啊、哦，可是问题来啦，根据公告地价的评定原则嘛，地方政府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对不对？是。他应该参考哪些指标？依照前期的公告地价、哎、还有那个在最近的地价涨幅，还有民众的负担能力、嗯、还有政府的财政的需要的状况、嗯、等等，所以他其实你们的原则里面规定的很清楚、欸、是他说要参考当年土地限值表、前次公告地价、地方财政需要、
社会经济状况，还有一个很重要啊，民众地价税负担能力。哎，我请教一下，那各县市的这个委员会在做这些调整的时候，他们到底有没有落实这些指标的参考，跟所谓的怎么样评估啊？因为这里面不是很单纯的只有说数字而已，这里面还有一些实际上那是非政治的考量也在里面呢，就是包括民众的负担能力，不是只有一些客观的数字去参考而已啊，比如 不是说啊 GDP 多少%，然后上次公告地价多少，现在的公告限值多少，不是只有这一些，他还要去评定到底社会经济的状况还有民众的负担能力啊。所以显见这一次发生这一种暴冲式的调整，或者让民众非常不满的地方，就是显然他没有考虑到那后面那几点。各位报告，实际上据我的了解，很多县市政府他都会针对他调幅设定之后，他会去评估增加地价税，增加例如说500块以下的占多少比例，1000块以下的占多少比例，2000块以下占多少比例。据我的了解，绝大多数县市他地价税因为这样而增加1000块以下的比例，占所有应纳税的这个所有的户数应该都在80%以上。所以说其实我了解各个地方政府应该也有做过这个负担的这个状况，那负担税额明显加重的本质上都是非常大的大地主。好，现在问题来了，你地价税这个跟交易税又不一样啊。是啊，一个是持有，一个是交易嘛。啊，那刚刚庄委员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如果没有交易的话，基本上他等于没有办法从交易当中去取得所得，啊，那你税突然暴冲的时候，那他没有所得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发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状况，他会觉得说，我也没有买卖，我突然要缴这个暴增的税，啊，我有钱缴就算了，问题是有一些没有钱的，或者有一些显然就觉得这不合理啊，我没有交易嘛，我没有交易，我没有因此获利啊。我的土地在那边呢，啊，那这样子的苛征持有税，会不会变相的，反而是要大家逼着大家去卖土地？对，就你刚刚讲说哈，你可以延后缴啊。那刚刚庄委员说，那是不是要等到他卖土地的时候再来补缴？那是不是等于也是变相叫大家你要去卖土地啊？然后就变成是怎么样土地交易？那这个跟会不会跟炒土地也连在一起？我想应该不至于啊。如果说真的有需要到卖土地才缴得起增加税额如此之大的，应该也都是拥有非常庞大土地的地主，即使他需要卖，也可能只要卖极少数的土地就可以了。这个你刚刚讲说没有错，好，你说这个就是属于例外的，好，或者个案的，你们现在解释都这样了啊。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刚刚讲说1000块以下，你们都忘了那个相对比例啊。有时候不是绝对值的问题，是一个相对比例的问题。好，你今天好1000块以内，搞不好你已经调涨了几%了。啊，它一样在1000块以内，可是那相对涨幅是几%，所以我觉得你就没有真正去符合你们自己的规定原则哦。你们自己的公告地价的评定原则里面，就是有提到社会经济状况，啊，社会经济状况。还有所谓的他的负担能力，那社会经济状况的评定，这个再客观不过了吧？如果你今天的社会经济 的 GDP 的成长都没有到1%，或只有1%，结果你的税率调涨，不，你的这个啊公告地价你增长了20%、30%，这已经失去比例原则了。跟委员报告，其实当然它的原则有好几项了哈，里头有一个叫做前次公告地价，例如说这是六都调幅最大是台中市，那原因就在于说过去台中市的公告地价的调整幅度的那个效率远低于其他五都，所以说它
过去的政府没有认真调，导致了压力造成的这现在。那也没有必要。你在审定的时候，你在评定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经济的状况啊，而不是说我过去没有调了，我这一次一次把它涨足，问题就来了。我跟你讲啊，所以这个就是造成民怨的最大的地方，不是说不能涨。你爆冲嘛，你把过去没有涨的这一次都把它涨足嘛，这个过去不是没有经验，不是没有案例啊。以前你们也知道啊，油价一次涨足的后果是怎么样，水电价一次涨足的后果是怎么样，那反弹都很大啦。是，所以这个你们还是要想办法亡羊补牢啊。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其迈委员。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次长，还有那个财政部的代表，来，财政部的苏次长啊，两位，好，陈委员好。这个我第一张图啊，是在讲105年公告地价跟公告限值调整的一个状况啊。那我很快的说明一下，就是在中间的一般正常交易价格的这个比例啊，那公告土地限值在104年、105年的。这个比例都是高达88%到90%，好，那公告地价的这个部分是大概102年跟105年大概都是20%左右了，好，这个是一个现况。那第二张图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就是说你一般的正常交易价格这个部分，好，那一般正常交易价格，我想次长就很清楚，一般正常交易价格它的一个计算方式啊，它是请我们全国。大概只有600多位的这个地价人员去查估，那查估人员通常他是有透天处做，因为他有透天处大楼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树地啊，所以通常都是用透天处来作为查估的一个对象。那换句话说，你在一般的这个正常交易价格里头，你查估以透天处，他当然大楼交易通常价格比较低，透天处比较低。大楼比较高，透天比较低，所以会拉低的它的正常的这个交易价格，这个第一个变因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查估的这个规则里头，它又把建筑物的装潢设备跟庭园设备的费用把它拉高啊。那因为它是在费用，所以在它的一个查估的一个土地可出售总价格里头，这个价格就变低。那换句话说，回到第一张图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那一般的这个正常交易价格，这个价值跟市价，这个是被低估，是对不对？没有错嘛，哈。没错。所以呢，我们在内政部在94年的时候呢，当时又立了一个目标，就是把公告限值，好，调整到一般的交易价格的90%为目标啊。那再回到第一章，所以呢，104年、105年这个公告限值呢，它就逐年调高到一般的正常交易价格。我刚刚讲过，那个价格是被低估的一个价格，跟市价来讲，哦，它是被低估的一个价格。那好了，那我们现在在去年8月啊，我们又做了一个指示啊，我们在内政部的一个会议里头啊，就在开会的过程里头，又特别提到说，那相关的这一个啊，包括。我们的公告限值怎么样去把它调整到公告地价比较接近的一个数目？应该本来一个是20%，一个已经调高到90%。以交易价格的这个基准来看，那我们在8月28号就做了一个决议，啊，建立一个直辖市、县市政府105年的公告地价幅度不得低于103年到105年公告限值累进的调整率为原则嘛。所以一下子就把3年的累计的这个税率啊，就直接就把它调高到这个105年，就调高了，大概平均来讲，大概调高了33%。哦，这个是大概在这个决策的一个过程里头。哦，好了，那我接下来就要请教的，就是说在那一次的这个会议啊的建议二里面有特别提到土地税法第30条第5项的规定，土增税的税率的一个检讨修正。这个因为公告限值已经调整到90%了，所以请财政部规划因应税率的检讨方式。这个是在会议的结论里头。好，好，另外一个会议的结论啊，在临时提案一又特别提到，
检讨地价税、优惠税率、差别税率、房屋价格、每三年评定等等这个部分，请财政部评估土地税法跟房屋税条例相关的条文。所以这个是在去年八月啊就做成决策，在今年的一月就调整了一个地价，那税基增加，当时的会议结论虽然是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啊，就已经要求说，包括你的土增税，包括你的地价税的这个税率，是不是要优惠税率，是不是要差别税率，就要做调整啊。那请教我们财政部，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做了什么？开了几次会？做了什么决议？什么是有没有考虑到说有关土地税法的一个修正，包括土增税跟地价税这个部分税率怎么修正？有没有？你的方案在哪里？有没有开过会？八月跟内政部开完会，那回去以后财政部有没有开会？有没有要检讨还是不检讨？这个都会议结论啊，当时都有会议记录啊。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做了什么事情？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那个税法的修正啊。对，我说你们开了几次会嘛？啊，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嘛？目前、啊、地方政府的建议是什么嘛？目前我们还没开会了。都还没开会。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财政部都还没开会，连开过一次会都没有啊？那哎、欸，我那个次长，我们内政部次长。当时的会议记录说要开会啊，你们也知道这个，因为税基扩大啊。跟委员报告，房屋税的部分是有找县市政府来谈过的、啊，其他都没有啊。最关键核心的土增税跟地价税都没有啊，你的税率也没有把它拉开啊，有一个完整的配套啊都没有啊。五二零之后，新政府上台之后，还在针对公有这一些工业区的土地跟台糖的这个租金，因为它跟地价税的计算是联动啊，所以政府还在擦屁股啊。那财政部呢？从过去去年八月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作为啊！哎，次长，那怎么办？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所以我你注意到？你什么时候注意到？我们回去以后我们会。你什么时候注意到？是我今天讲了你才注意吗？没有。好，那什么时候这个方案可以提出来？其实我们现在跟内政部已经建立平台。什么时候方案可以提出来？你这个差别税率、什么优惠税率这个相关的一个税率，你本来就要把它拉开嘛，对不对？对，不是这样吗？这个部分呢、哦，第一个在税基的部分，我们你什么时候你的方案可以提出来了？我现在问你嘛，你给我一个时间嘛。因为这个大家地方的这个反弹是非常大啊。我认为了哈，这个我先把我的概念讲清楚了哈。我也认为说这些包括公告地价，你怎么样去查估啊？这些查估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估价师的这个机制，你要引进到地价评议委员会嘛？那这几个房地的这个交易价格怎么样把它拉近距离？这个我都赞成，但是你必须有配套嘛。我改革你必须有完整的一个配套嘛，对不对？今天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八月当时定的这个要调整这个地价税的这个相关跟这个包括公告限值的这个部分把它拉近，结果我们的相关的配套措施我们没有做啊，它引起那么大的民怨呐、啊，所以我要求三个月内。财政部应该把所有的包括要修法的这个部分送到我们国会来，在这个会期修会前就应该要把它送到我们立法院来嘛，不然我们就自己修法啦，不是这样吗？你要去检讨包括地方的一个财政的一个收入报告吼、因为这个部分包含平均地权条例，还有土地税法，对，没有错，还有房屋税，这个涉及到很多。好，那你涉及到很多，那你总是要有一个时间表嘛？你不是说你们已经注意到，结果连动都没动啊？那这跟植物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好不好？这个部分我要求说，我们财政部在三个月内提出具体的相关的一个配套，包括相关税法的一个修正嘛，让真的有土地大量土地。那个次长，我修一张图啦哈、哦，你看一下，就是那个，你知道这个是在大马路旁边的农地公告限值5000万哦，它实际的价格才1798万，为什么？售价那么低，公告限值为什么那么高？他就是当时因为民国94年，他去灌水嘛，他把农地价格灌水，因为农地的价格灌水，当时公告限制要把它拉到这个一般交易价格的90%嘛，对不对？所以很多县市政府他就是把
这一个农地价格把它垫高嘛，啊，平均才会到达90%嘛，所以这个都已经完全扭曲现有土地的一个价值嘛，对不对？所以你去看到就很奇怪啦，公告限值5000万，卖的价格才是1798万，这个都看得到吃不到嘛，因为公告限值，你从它的买卖交易价格来看，你这个课不到税，土增税你课不到，因为是农地嘛，对不对？田赋又停征，所以很多的这个税基不合理的这个部分，我们财政部跟内政部要去协调，去把这些问题乱象一并解决了，好不好？好，好，好。好，那最后这个请财政部请回，那你还要再回答吗？喂，那个三个月那个部分的是不是？我们再跟内政部讨论。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一点了，好不好？尽速把这个配套方案算了。那个次长，我最后的时间我要请教一下哈，这个文化总会的这个部分，文化总会啊，过去接受的捐款1600万里头，有1400万是政府的一个出资捐赠，其他过去几年历任的派的这些职委，包括会长，都是政府指派啊。所以你看这些名单，包括刘兆贤、高朗、邱正雄、廖廖宇、江宜桦、吴清基、曾志朗、薛湘川等等，这个部全部都是官派的代表啊。是，就是我们国营事业里头，我们派的官派的代表、官派的董事，这个是我们官派的一个代理嘛。包括刘兆贤。也是同样的道理嘛，他是总统，因为公务繁忙就指派他，委任他代理出任会长嘛。是，所以从整个包括他的执委的选派、会长的指定，全部都是官派嘛。哪有说你现在工厂官派的代表，然后到现在整个包括这些整个结构变成工厂变成私产？所以我要求内政部，你必须按照人团法58条的一个规定嘛。人团法58条讲得非常清楚啊，假如我违反法令、章程或妨碍公共利益，主管机关可以警告、撤销决议或停止他的业务或全部令其改善。假如他不改善，就可以解散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主管的官署，我们内政部，你必须站在我们主管机关的一个立场，依法行政嘛，对不对？怎么可以做人说一个工厂变成私产呢？怎么可以做人说？原来本来就是属于国家的这个财产，跟国家的所谓的公社财团法人，现在因为这个受委托人已经这个拒绝把它归还给国家，这个就变成私人所有。主管机关你不能做任这种事情啊，这个是属于妨碍公益的情节，已经非常严重啊。是，这个、长，了解，我们会回去尽快去规划这个事情。次长，我建议啦，是啊。假如说这些这个受委任人，或者是这些官派的这些董事监事，哦，他已经背离原来政府所委托他相关的一个事节，我觉得我们内政部应该要立刻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把他移送法办。这个已经涉及到背信跟侵占啊，对不对，次长？这个已经严重的违反公共利益，妨碍公共利益，这个是情节非常清楚了，哦，所以我们要求说，这个站在主管机关的立场监督。文化总会是在三个月内，假如没有完成改选，把这个文化总会归还给国家，我们内政部就要硬起来，依法行政，按照人法58条就把它勒令解散，好不好？好，是了解。好，谢谢。好快。再来，我们请。政坛财委员好咨询。主席、各位委员，有请内政部次长。郑委员好。次长好。如果我们以今年的公告地价产生这么多的相关的这些陈情抗议啊，就可以发现，我们虽然在这个程序上啊，都会举办这个公开说明会吧，是不是这样？是。到以目前的这样看的话，这个显然这个公开说明会没有落实。应该是没有落实。我想这是各县市政府都依法去执行的。对啊，没有错，我知道是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在办这个公开说明会啊，没有落实，所以相关的这些检讨的一个也必须去做了解了哈。是，因为公开说明会到底有没有很严谨，
相关的规范，相关的规范一些，有没有像类似像我们行政程序法相关的这些这么重要的程序，有没有包含到那些？恐怕都要去了解，因为这涉及到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嘛，对不对？包委员，这个会公那个座谈会或公听会的会议记录，我们每年中央对县市的业务检查都会去做实质的查核。最主要他有没有落实通知了？是，有没有落实去通知了？还是说他通知了明天就开，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都必须去了解。了解。好，另外就是这个七段划分了。七段划分有什么样一个规范，或是怎么样去划分这个七段？有，我们有它的那个法规基础，然后基本上是同性质的土地会划分在同一个地价区段。同性质的土地就是说它的那个编定类别吗？对，它可能会有，它例如它使用分区或土地是相邻的，地价相近的，我们大概就会把它划在同一个地价区段。土地相邻，然后这个地价相近，地价相近的是买卖的地价，市场价格，对。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些，七段，相关的地段是这个部分哈，会有一个一直没有注意到的部分了。那因为这一次哈，这个公告地价涨幅太大。所以就产生了一些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就发现说有一些状况是在过去在做一个七段划分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部分。是，我们先看这个公告地价，它最主要是作为地价税的一个基础嘛，对不对？好，那公告土地限值它是作为土地增值税没有错吧？是，那土地增值税它买卖的时候会有土地增值税，是继承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继承不用，继承也有嘛？那个我们税务署继承、移转，主要有移转就有，不是吗？继承没有，没有啊？免征土增税，继承的时候免征继承免征土增税，计算遗产总额的标准，对是确定没有哈？继承的时候公告限制是计算遗产的金额的一个计算标准所以移转的时候不用。是，所以他有没有得一点，他作为他的基础？有啊，就是计算遗产，就是土地是继承，那土地只在继承的金额用公告限值来算它的土地价值，所以还是有关系嘛？是有关系。我们现在谈就把它拉回来缩小到原住民族保留地是。好，原住民保留地，当然过去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山地乡那随着这个。有彰化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之后，彰化边原住民保留地的政策开始推动之后，有很多的土地就不是在山上，是我们在原居住地区一直都是住在这个，比如说花莲市，我们的传统的部落，我是台东市吉安乡，我们的部落，我们的土地，那因为过去被划为这个国有土地。所以就有所谓的彰化边的一个计划。那原住民保留地在这些区块里面它是很零散的，没有很集中，没有很集中，尤其是耕地的部分、农业用地的部分，它会在不同的区块，所以在做一个，你这个在做一个七段划分的时候就没有去分这个嘛，对不对？没有分嘛，不会那么细吧？没有去分它是不是原住民保留地，是，它是不是非原住民保留地，没有做这样的划分，是，所以它产生一个状况是怎样？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本来说要接近市价，对不对？地价税要接近市价，是有一个目标在那边嘛？公告土地限制更是嘛，更是这个目标。公告限制，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原住民保留地。因为他法律限制他买卖，只有原住民之间买卖，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地价税他要跟邻近，事实上他要卖的时候，事实上他的价格是很低的，原住民保留地，因为他只有原住民之间可以买卖，所以他的价格绝对跟
旁边的邻近的非原住民保留地是不一样的价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原住民保留地啊，它是因为是原住民保留地，它平常要去以保留原住民保留地去贷款。原住民保留地同样一个区块啊，你的同一个区段的划分，同一个区块，它是原住民保留地，它要去贷款的时候，行库就觉得说啊，你不是，因为你有限制买卖，所以你的价贷款的价值就远远低于一般的邻近的土地。所以你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时候啊，过去当然过去没有去注意到，但是现在啊，本席正式跟内政部啊，你们要去检讨这个部分，是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地价税了啊，也包涉及到它的这个增值土地增值税嘛，是啊，因为它买卖即使就算是它买卖依法买卖原住民之间的买卖啊，它仍然一样涉及到土地，要他要付出跟邻近一样，至少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价格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内政部是不是可以检讨？可以，我跟委员报告，回去我们马上研究这样一个议题。好，这个跟委员报告，司长，你比较熟哈，你看这个你要检讨的话，是要从哪里检讨？要不要修涉及到修法，还是说这个你们的那个？地价调查估计规则就可以处理了呢，还是要涉及到平均地权条例？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大概就是先邀集我们一些哈，这个县市政府看他们目前呢，像刚刚讲的说，在划分地价区段的时候，那他们对于这些有涉及到这个原保地的地区，他们是怎么处理的？那我们在做法上，我们看看能够有做什么样的改进啊？那这个部分看有需要去修地价调查估计规则等等，然后我们再来研究，好不好？基本上这个部分在山地乡比较没有那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都市化的地区穿插啊，都市化的像花莲市、吉安啊、台东市啊、卑南乡啊这种都市化的，因为我今天也特别问了因为有民众反映，我特别问了这两个县啊，确实是地价税公告地价是一样的啊，但是他要付出不一样的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状况啊，所以请尽快的来检讨，好，好，谢谢。在张廖万坚委员执行前，我特别介绍一位贵宾，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王副局长、花市长。王副市长啊，特别介绍，因为他特别关心这个主题啊。阿林杰鳌拜。两个多年了，观点的时候要一致。我现在发现你们中央跟六都的观点都不怎么一致了，但是不要太明确了，不是老师讲的、学者讲的就有效了，因为常常会被搞混掉了。那我们请张廖万坚委员执行。好，主席好哈，我想请内政部花次长哈。啊，张亮委员好，好，次长好哈。我想这次的地价税的调整哈，引起很多民怨，这是真的哈。那我看你们的说明里面，大概都不断的在强调自用住宅的部分。我想自用住宅，因为它的税率千分之二，很多人不晓得办，我们去宣导了，让他去办了，这个是一件好事情啊，绝对是一个好事情，让这个一般的纳税的民众知道自己的权益啊。但其实问题发生在的地方是，这个非自用住宅是自用，非自用的这个住宅的地价的部分，一般土地。那这个部分其实也分着好几种持有人，这是持有税啦。那因为本席来自于台中市，我在西屯跟南屯区啦，那这一次我看了，因为我回到地方去，很多这个民众跟我反映，就是说他的地价税啊突然间暴增，暴增。那我们如果看全国说平均税率调涨这个 30% 左右，那台中市是 38%， 其实依这三年的地价成长，我想一般的人都可以接受。但是
如果分行政区，譬如说以台中市来讲，29个行政区，我们的西屯区是占101%，我们的南屯区是占87%，所以我的选区，我的个人部分啊，我是重灾区，我是受害者，因为所有的民众都跟我抱怨，然后这个还是平均数，哎，平均数啊，啊，我曾经收到一张税单啊，这个税单大家都说，刚才你回答很多委员讲说啊，地价税啊会突然间增加很多的。或者好几倍的，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哦、那我告诉次长、哦、我手上有一张小地主，是，他只不过是三代务农一部分小小的地，他参加了重划，他重划之后，他重划回来之后，他缴的税是7722，他是386平方米，386平方米应该不是大地主吧？还好120平左右。对，那他缴7722，那个你知道？市长，他后来今年收到税单是多少钱？你知道吗？不知道。61155。是。好、哦，那这增加了几倍？8-9倍左右吧。如果你是这位农民，而且他70几岁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当然会很不高兴，这是实话。不高兴。那其实我跟你讲，市长，以我台中市有西屯跟南屯区那个地方，很多都是这样子。是，所以我在想说，政府的政策，当然我们刚才都提说，其实地价在涨，我们把地价税调涨，我觉得我们都赞成。但很多这个跑几倍翻好几倍的，你们都说这是特例。可是我在我的地方跑，几乎每一个行程，我不管去参加婚丧喜庆，常常都会，几乎每一个行程都有百姓跟我反映，啊，这代级都大掉啊。我个人报告，这一定基本上一定是。不是大地主，就是从画图的地主了，而且他是涉及到他本来是农地调到调上。事实上哦，我刚才听了庄委员跟你质询，庄瑞雄委员他说哦，其实这一个地价的调整，他其实后来我去了解这个制度，实际上这3年调整一次，我们的平均地权条例，我们的相关的法令都是3年调整一次。那3年之前，后来我去追根究底说为什么你会被涨这么多，我就说给他听了，我说3年多以前我们的实价登录那时候刚上路。我们的这个地价评议啊，并不是用真正的地价，是用高价低报的地价。所以这一次实价登录上路之后，政府收集到的资料，去年11月在评定的时候，他收到的资料是都是实价，实价减掉过去高价低报的，所以条幅就会变高了。我就跟他讲，那种管嘛不怕你管呢，那我突然间规规也不会好，这又来了，因为重划完2年内地价税有减半，是哦，那刚好2年他恢复了，又乘以2，是。哦2×2，然后呢，再乘以什么？其实那个地价调整不止2倍啊，不止，一定不止2倍，大概4倍左右。所以这好几倍下来，他当然受不了，对，哦，受不了。这是一个条幅计算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我们说台中市啊，其实可以去查一下，我们台中市自办重划相当多，是过去好几年自办重划的这个公司啊，他去拿回底费地啊，是透过地价评议。如果你评他15万一平，假设他花了150万，他再拿10平、啊、我是重划公司，但好、哦，那我就拿底冲底价费。我如果花了15万，那我就拿一平回来。如果我评说一平是30万，他就拿0.5平回来。所以当时的地价评议啊，本席是高度怀疑啊，里面也是低价低报、啊，独立财团。结果这个后果、啊，现在就是条幅会变高啊。如果说当时就应该要评20万、评30万，你现在给他评15万，让他拿底费地拿多一点回来，他重划公司赚的比较少，或者是没有什么赚钱，然后呢，他现在当时地价评的低，后来现在回复市价登录，实价登录了，市价征收实施了，所以他的这个实际上一坪交易可能是40万，那他当时评定只有15万，他就跳2倍多啊，这个后果谁担？确实，这就是过去我们在这个估价技术不够科学、不够精确底下会产生的问题，这是我们要努力改善的。好，你现在努力改善，能够弥补现在的收到税单的那种怨气吗？确实不容易啦。因为我想哦，对他们，我必须要讲，对这些地主来讲，他还有不平的地方。因为你们的回应就认为说，他们都是有钱人，都大地主。我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不算大地主。那他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讲说。政府的施政，即使这个政策，我刚才听到庄委员在质询了。事实上，地价评议的一个制度啊，它是3年一次，所以这一次的调整是在去年11月。那过去内政部啊，
常常都会要求，就八月的时候就会开会，各地都来，各地县市政府、地政局都来，然后跟他们讲指导原则。指导原则就是你三年的增值税，哎、欸，这个啊、公告限值的这个条幅啊，你就按照 A 加 B 加 C 这三年加起来为条幅的基准。台中市当时啊，还被要求要调43%，那后来回去调整38%，都还产生这个状况，啊，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原则下，我们产生各种不同的。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那个次长也要想一想，我们县市合并之后，我们还有累进税率，对不对？是累进税率啊，从非自用住宅从1%到 5.5%， 对，可是它的累积的那个课税的那个门槛哦，不一样。我们县市合并之后啊，我们西屯区最贵的土地跟和平乡山上车程2小时的土地要平均在一起啊。结果我们合并之后，我们的门槛事实上是被拉低了，动不动就累进税率。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了解，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还有，我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个市长，我们现在说要改我们地价税的调整啊，我觉得现在都已经实价登录了，非常透明了，是你就恢复每年调整。景气好的时候你调高，大家可以接受；景气不好，像现在走下坡，你这捆个挑啥被趴啊？五位郎修的差七倍杯，他怎么会受得了？是，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讲反映说，我们怎么样来弥补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我看我们内政部跟财政部跟地方政府的态度就是说，啊，就不怕抖啊，这个古泥决定的呀、啊，哦，前朝就决定了啊，然后这个去年评定已经公告了、啊，都没有办法了。那对这些人来讲，还有一些身份，我参加从化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我是老农，三代务农，我有地无唔对，我不参加就变钉子户。我参加了，我是长期持有，我不是炒地皮的。是，而且咱农村哈，咱的这个地主哈，他虽然是农民哈，他不希望把土地卖掉，他希望传给子孙。他虽然囤了地有持有税，但他跟一般炒作地皮的公司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分开。那这一次这个事件，我希望次长大家都讲公平正义，本席也同意，但是不能公平正义去牺牲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啊！政府的施政你要调税，可以让人民可以接受。我说一开始就问次长说，如果你收到，你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嘛，对不对？如果是不能接受，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变。说，我如果拿到涨一倍骂，但是我知道原因。我拿起来涨八倍，我这里还有一张税单是涨15倍的啦。如果涨这么多，我不能接受。你跟我说这税法制度就这样子，我不要都改变。那民众问说，选你干什么？换新政府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市长，公平正义一定要做全套啊、哦，不要牺牲。大家都说啊，因的大地主，因的有钱，爱的参与中位，爱因的法令的关系。我接到税单，一定要让我可以预期，而不是一个不稳定的税单。是，我又不晓得，我也没有在这个啊从事公司的土地买卖，我怎么知道明年税单会不会突然要增加4倍？所以这个政策不稳定啊，也是民怨之一的哈。我想希望内政部好好检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会能够回应民怨啊、哦，不要闪避民怨哈、哦。谢谢，是谢谢委员。现在休息，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2点半再来，2点半再来。